你好，三有口子，欢迎你领我的魔王城，我是雨枫叔叔。不好意思，我是艾莎公主です，是雨枫叔叔的妹妹。好，那么大家晚上好，今天是特别节目《台湾知识王》，这次有幸邀请到就是各个异世界来的朋友们，还有现场的所有的观众都可以跟我们同台竞技哦。只要越多人加入啊，你们喜欢的主播就越容易被惩罚。要怎么说呢？就是等等的话，我们会再介绍一下流程跟规则。但是在正式开始之前啊，就先。我把我们的贵宾来呼唤出来，对，呼唤出来。但是呢，现在我们置顶上面已经有放我们的房间跟房号，就是大家如果想要玩的话，已经可以陆续加入了。这样对，然后在那个资讯栏部分也有，大家可以先把我们加入到游戏当中。我们目前已经有37位的参赛选手了，欢迎大家莅临今夜的魔王城，今天特别踊跃。哇，我原本还想说今天可能不会有太多人，然后我们刚刚还跟选手们聊过之后啊。他们也蛮意外，就是说，没想到那么多人，有点紧张啊。非常紧张，对，你们的热情就是让他们也感受到很紧张。但是我相信他们的紧张应该是他们也很兴奋的意思啊。对，那我们等等的话，也感谢大家，我们来莅临魔王城，不论是我们的利卡洛斯的那个朋友们，打声招呼 ，Hello， 还有我们培迪的观众们，以及我们的杀气狗的观众们 ，Hello。还有雨枫叔叔跟艾莎的女化那们，Hello， 记得帮我们的影片点一下喜欢哦。对，可以点个喜欢。然后如果支持我们企划的话，我们这一期的企划其实我每次都会办不同的知识网啊。如果你们有什么样的推荐的话，也是可以跟我分享。然后我们之前有办过猜歌网，也有办过动漫知识网等等的。然后我们这一次是首度挑战，就是比较大众的台湾知识网，但是题目不会太难，就是大概就是你们可能国小或国中时看到那些比较基本的，对那种题型，嗨、好，那我们就先来介绍我们的第一位来宾。对，那我们邀请到的是 NE 的利卡洛斯。请探出你的头。Hello， 哇，好迅速啊，好棒。Hello， 大家好，我是 ME 一期生的利卡洛斯，早安，大家早安。啪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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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好，那其实你当初的时候受到邀请，第一时间有什么样的想法？对。我就是说，哇，我的期末考要提早了。那原本是什么时候？
下礼拜原本是期末周，看来剃到这个礼拜了。对，就最近刚好是毕业期嘛，就有些人可能已经陆续在毕业了，然后立卡要抢先要先考试了，对吧、啊？哎，杀了我吧！还没有考的，大家加油！先等等。好，那我这边还有准备一些就是尬聊的小话题啊，然后可以请就是立卡洛斯来举一个三个台湾的优点呢、既然是台湾知识网嘛，你应该想得出来吧？的优点。我这刚刚有讲到，刚刚讲到一个优点是，第一个是台湾的便利商店真的很方便。第一个、真的，你去国外的便利商店，在台湾便利商店你可以那个买东西以外，你还可以什么领货，然后还可以买咖啡，然后还会有热食，然后还会那个什么，还可以印什么，还可以买票，就有没东西冰淇淋买一送一，真的就是珍珠奶茶。在台湾的超商店员真的超伟大的，我是这样子说，真的领最低时薪，然后做一堆事情，超恐怖的。哇，对，然后因为国外的便利商店就真的很不便利，就只能买吃的，然后或者是买一些基本的生活用品，就这样子，对，真的没有办法。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第二个优点是，我觉得是小吧，台湾的优点是小，就是你可以很方便就可以直接，就是你要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最多可能五个小时，你从最北到最南开车的话，对不对？你如果像是对，如果你在国外的话，假设你在美国，你要从那个一个州开到另外一个州，可能就要五六个小时起跳，那是最少五六个小时起跳那样子，对。所以台湾就是小，是很方便。你突然间心情不好，想要看海，就开车就到了，半小时，真的很快，对。不会说什么你在美国那个最中间那个什么那个 Nebraska 州，它在最中间要开旁边去，你要开12个小时，真的还是看到一半就想回家了，看电视，没错。那最后一个呢？最后一个优点哦，最后一个优点，我刚刚有没有想到？但是我忘记了，完蛋了 ，fuck。他的优点是聊天室，大家要帮忙了哦，要帮忙吗？扣印时间啊，没有，是那个什么，是很适合生活。对，虽然可能台湾就是住久会无聊，但是生活是真的就是很适合。不应该讲，我会说台湾不适合旅游，但是适合生活。所以就是如果在台湾上你会很想要出国去玩，因为出国很多那个什么风景啊，很多有那个很有名的地方可以去玩，很多那种观光圣地之类的。台湾可能就比较稍微逊色一点，但是在台湾住是真的很舒服。对，就是便利性啊，然后很宜居，其实一直都在世界排名当中算是前几名的，就是大家都喜欢就是住在这里。如果真的要我选的话，要重生到一个国家，我可能还是会选台湾。如果啦，能选的话，虽然就是住久会无聊，但就是那个平凡的，对啊。好，那立卡洛斯先稍微准备一下，谢谢。那我们要介绍下一位来宾。嗨，来我们欢迎 TSA 的色气大姐姐陪你，还要加色气大姐姐吗？哎、欸，他要做什么？好高，好高，好高！Hello， 大家晚上好啊，我是陪你 TSA Super 组合的偶像系 VTuber。TSA 的一起生大姐姐陪你，大姐姐，大家晚上好，晚上好，大姐姐。好，那呜呜，搜搜搜，哇，我在我面前，好好棒哦，帅。好， yeah. 那一样问一下，就是受到邀请，第一时间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我就先去看了一下惩罚是什么。第一件事情先翻惩罚，看最下面有什么。没问题，我已经准备好了。今天就算是被惩罚，我也不怕了。就已经准备好惩罚的部分了，对，不用担心。难怪就刚刚就有看到，就是陪你的观众直接说，欸，我已经来准备看陪你惩罚。他们怎么对你那么没信心？这可能也是另外一种有信心啊！啊哦，就是想要听陪你唱歌，我懂。Oh no！ 好，那这边的话也是有准备，就是那个陪你的一个小小的问题，那可以请你推荐台湾特有的美食吗？三个，这应该算特别简单的。我这三个呢，真的只有台湾有，哪里都找不到。哦，OK， 第一个是。佛手老酒面线，太专业了，这什么东西？这在哪里的名字？这是什么大跟大王有点异曲同工之妙吗？佛手大王什么虫的？马祖的哦，马祖名产，马祖的名产，佛手是长得像长得像乌龟脚的一个海鲜，一种贝类。
然后再加在老酒面线里。嗯，哇，这个是很道地够台才知道的、欸。所以它吃起来是蛤蜊那种感觉吗？它有点像蛤蜊，但是它的外观长得很像乌龟的脚。哦，叫它佛手。嗯，是，这突然需要图片支援。好强！晚一点再查查。没关系，大家好，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查一下哦。那再来第二个呢？嗯，第二个是飞鱼软煎饼。在蓝屿吗？但没吃过飞鱼软煎饼。在小琉球，在小琉球都是离岛美食哎、欸，都是离岛美食，超好吃，一定要吃啊！因为培宁是时空管理局的嘛，他就移动非常迅速啊，就可以一直跳岛，无限跳岛，对吧？是，我觉得像 VPN 一样。对对对对对对，马上使用说，没有没有没有，厂商没有赞助。所以刚刚讲这两个你都吃过。然后都很推荐哦，是的哦，你们一定要去试试看咯，陪你推荐的呀。那最后一个咧，花好月圆披萨啊，花好月圆披萨是什么东西？等等等，哎呀，请问是哪一家的披萨？我的披萨。必胜哦不哦 no 哦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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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好月圆，里面是什么内馅啊？是马吉吗？花好月圆，马吉跟什么吗？汤圆，汤圆跟汤圆啊，那真的好好吃哦，没办法。那你有吃红潮肉丸吗？有啊，也好吃吗？嗯。我是觉得没什么味道，我是重口味的那一种。哇，大家懂了，大家可以就是那个取消关注陪你了。听我你怎么可以这样？没事没事没事，开玩笑的、啊。对，大家如果支持我们今天的异世界好那个朋友的话，都可以在资讯栏点击他们的频道去订阅他们哦。没错，没错。好，那我们。让最后一位来宾久等了，我们现在欢迎我们最后一位来宾，来自孟都的清水沙之子 Sachiko。Hello， 学长，你好小子啊！你好小子，我是沙之子，很小声吗？你刚刚被吃音了，再一次，摸一盖。再一次哦。你的早安，我的晚安，你的晚安，我早安。大家晚上好，我是这么多的沙子。怎么变这样了？怎么回事啊？我想说是不是我声音太高，然后被小音。啊，那我们没关系，大家原谅那个沙气狗啊。沙气狗是刚起床的状态了，没错。对。我们就要残酷的对他执行考试，太僵了吧！我现在怎么考啊？刚起床就要那个考试。好，那首先第一个就要问你的就是，当你就是以这个美那个比较国外的身份要来参加这一次的台湾大问答，有什么样的想法？那我就直接把歌开起来练了，还有什么讲？怎么跟你一样？你们都是同样采取同样的战术就对了。先练歌，没有办法啊，在国外待久了。好，那再来的话就是你平常就是旅居国外嘛，所以说其实你自己觉得，台湾人会认识到你就是来自哪里吗？就是他会对台湾有概念，不是台湾人啊，外国人啊，对台湾有什么样的概念？你普遍的观察，没有他们普遍的观察哦，普遍的观察，这个是可以讲吗？我会爆破你的台、啊，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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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的，我跟你讲啊，普遍的人他会说 ，Is it China？ Is it China？ 是不是中国 ？Is it China？ OK 。或是会有些人比较有水准的会知道大概发生什么事，就国际之类的东西，但是。有些人甚至不知道台湾什么，他们以为我们是 Thailand， 就是他们以为是泰国哦，就英文有点像这样。对，对对对对对对。那这样的话，通常他们误会你的时候，你会怎么跟他介绍台湾？哦，我会说不是 Thailand， 然后我跟他说是我们是一个在亚洲的小国家， no、我会特别说在。日本上面，然后你就不会再一直往 上，就不会再讲说旁边有什么，旁边左边有什么地方，哪里哪里。那你会跟他介绍美食吗？就说哪个是出自台湾的？美国哦，这最好讲。国外人其实蛮喜欢喝珍珠奶茶的，所以通常都会说珍珠奶茶是我们这边的这样。哦，对，大家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去介绍。那你在美国有喝过他们那边
的珍珠奶茶？因为我来很久嘛，最初期一开始来的时候，我住在德州，其实德州那时候超级少台湾人的、啊，然后珍珠奶茶超爆难喝的，就是你也不应该是那种又贵又难喝的那种感觉，很硬的吗？超级贵，对，他那一杯珍珠奶茶等于我们喝一杯台湾星巴克差不多价格，现在还是。哦然后当你超贵哦，40块。当你满怀期待的茶喝下去了之后，就会发现，会发现我靠，这个香精味，那个香精味，纯香精，那个珍珠母咬起来硬硬的，像是还咬橡皮擦，比较烂烂的，对对对，超级超级难喝。所以现在是有进步了吗？有，因为现在很多其实很多台湾的店都开去那边，像歇脚亭，台湾应该没有什么的吧，但国外很多。哦，了解，耶、yeah, ！感谢我们的沙琪狗的介绍。好，那刚刚前面的话，我有看到有人问说，哎、欸，既然有说要惩罚，那惩罚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我们要来把我们的规则表叫出来。对，我来先说明一下，就是说今天到底今天的流程是如何？然后画面上有没有看到，就是。来，艾莎帮我介绍一下，我找一下规则。置顶或者是我们页面上的网址，就是我们等一下答题的网址。那之后，比赛开始倒数完，就会切换成我们的题目的状态，它就会是就是上面会有每一题的题目这样子。那如果现在你们直接按就是按连结的话，就可以直接输入你们的昵称做加入。那因为我们这次是有奖品的状态，所以昵称请帮我们选一下，跟聊天室一样的名称。对，然后最后再帮我那个，如果你有前三名的话，就可以帮我截图证明，然后私讯Discord 私讯叔叔就可以了，直接私讯我，不要担心。那如何参加呢？就是要准备两只手机或是一台电脑。电脑的话就帮我开两个分页，因为你必须要看我们这边的主控室给题目，然后你们才可以在手机上面回答，然后再来的话或者是分页上回答，然后九点就会开始观看直播，然后三就设计好自己的名字，然后四就输入房间的号码，然后加入游戏，五就是等待我们准备正式开始了。哇，今天的人数已经来到了82位的参赛者了。对啊，看看能不能到90位、嗯、我们总共是50题的部分。那我们最后惩罚的部分、嗯、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是82嘛，就除以3，我们抓一个30人好了，就是我们在座的3位的，如果没有前30名的话，对，必须要在前30名以内，不然的话他们就要来现场清唱。然后现场清唱是要唱那种超台的台流行歌曲。对，来讲一下。等一下清唱啊，等一下我怎么没听说要清唱？清唱还是清唱？因为各位是清唱。啊、对，但没关系，我会把你剪成那个。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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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就是不用。我可以帮你配乐上去。不用不用吧，不用麻烦，不用麻烦。好吗？那我讲一下，就是5首歌的部分，分别有那个八大熊的《可不可以让我进去一下下就好》，然后还有500的《你是我的花朵》，然后还有博胜的《Let It Go》的台语版，或者是庾澄庆的《山顶黑狗熊》，这是什么？或者是第5个就是潮州土狗的50元的槟榔，就是我们5折1这样子。哇，我蛮好奇这边在座的来宾，你们有听过这五首吗？只听过2个吧。那、我也只听过2个。我也是。哇，但是我有特别练过。老天，这都是精挑细选那种最台最台的那种。因为我们今天是台湾知识王。对，没有错，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看今天有没有表演。等一下，是已经90个了吗？对。超棒，感谢大家！最后就祈祷叔叔不要失故，再重强调一次啊！对，然后最后讲一下，因为我们他这个系统的计分方式，除了你要答正确以外，你答的快慢也会影响到他判别名次的部分，所以就是大家不要为了就是抢快就选错，这样分数会就是你可以想清楚真正是哪一个答案再选。对，然后比赛会长达3小时，大家可以适度的去抓紧时间去上个厕所等等。那如果我们等一下开始以后，基本上你还是可以中途加入答题。那如果你一连续都答对，还是有可能进前面的排名这样子。对，没有错呀。Yeah, 然后今天这个我们在地还有一个陪玩艾莎公主，我有在里面，但是我不负责惩罚。可是不光是就是我们惩罚。除此之外的话，当然还有一个奖励。我们今天知识王 VTuber 跟 VTuber 比这3个人之中有一个人冠军的话，冠军就会有一个专属绘制的 Q 版冠军 图像。但是我们今天现在已经有那个参加的那个正图，对，那我们就把它放上来给你们。这就是
那个我们绿化娜阿梦所画的 TOT 的 Q 版图，那你们之后也可以就是把它收藏起来，或者是在做周表的时候可以用到之类的。对，有一个伴手礼不完，首先是我们的丽卡洛斯，有没有看到？超可爱、欸！放在下就你为什么要笑？我先放手表，对啊，我很喜欢，我很喜欢，我很喜欢。来陪你，再次陪你的，太可爱了吧！耶、yeah ！哦，陪你好大，我好大，我对，我也是，好大啊！Satiko，感谢我拿，这超优雅的。我其实想把那眼镜贴在我自己身上，哎，好像不错，这就有点大。好，让你们小人陪在你们下方，然后这样。OK， 没问题，没问题。啊，希望他可以给你们一些那个，给你们一些勇气跟智慧，跟智慧吗？好，那最后我们还有一个呛香的环节，呛香完之后就正式开始了。各位，大家还是可以直接加哦。我们100人呢。OK， 好，好，那首先从丽卡洛斯来吧，呛我们的佩妮跟沙琪克。OK 哦，嗯，你们祝你们今天都很好运，谢谢。我希望大家，我希望大家都可以都可以答正确，非常。希望大家那个不会的猜对，会的都写对，谢谢谢谢。哎、欸，你们今天可以接受吗？厉害厉害，可以接受说话的血流成河呢？对啊，我不知道怎么讲，我平常是不会呛人的，我非常有礼貌的，非常有礼貌，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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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放水，谢谢谢谢。但是其实我自己这目前在座应该最看好那个丽卡的。哇、嗯，叔叔给予你高等评价，你不要把我拉仇恨值，等一下，我先奶烂，先奶烂。要去、欸，我感觉就你就最精明的、啊，嗯，没错，嗯嗯，可以的，可以的，谢谢谢谢谢谢叔叔称赞，谢谢。好，安丽卡再帮我那个长高一点，站高一点。有人说你把它站高点，太矮了，我怕这样挡到画面，不没关系，我把画屏幕往上移，没关系。好，可以，我这个是可以控制的那个种遥控屏幕， okay。 嗯 ，OK。那我们佩妮呢？你有什么话要为对两位那个竞争对手说的吗？佩妮啊，跟你讲哈，佩妮一定是大拇指的啦！啊，你看我的名啊，里面就是佩妮，一定是大拇指。Oh。 对，所以好，我不会讲了。所以后面漏掉了啊，装逼漏掉了，糟了，糟糕。哦，好了，我其实还蛮紧张的，但是我一定会努力的，努力答题。可以的， yeah， 一定可以的，加油！好，那最后换我们的沙吉克，有什么话要对佩妮跟丽卡洛斯说的吗？嗯，为的呢，这要我，如果你们让我赢的话呢，就你们以后上厕所都有卫生纸，红包里面都会有更多的钱。你还是诅咒的部分啊！有卫生纸，让我赢啦，对不对？上厕所都有卫生纸，以后男女朋友都会长得超级漂亮。哎呀，去7-Eleven都会有黑胡椒酥肥鸡肉。OK， 就不用怕在那个超商的时候暴走了。没错，不是一种贿赂吗？啊，大家可以给过吗？OK 哦，有被买通吗？丽卡，没有没有没有，这样吗？我就对，没事没事，我可以的。OK， 我要坚持自己，坚持住，坚持住，坚持住，非常 好。我听得出来，就是我们来宾也非常紧张，不用紧张，这都是国中跟国小的出题范围啦。那我们比赛正式开始了，聊天室大家也是准备喽，准备好喽，你们手机按好哦，或是网页开好哦。好，啊，倒数5秒，啊，倒数5。4、3、2、1 start。 OK 第一题，请问台湾的国花是什么呢？哎呦，这题哟，没办法哟，这个应该是不会知道的吧。嗯哼，为什么我们的来宾发出了哼的声音？这是不是我太老，所以我知道一定是木棉花，一定是木棉花的啦。对啊，木棉花动画很好看。对，没错，木棉花的部分。你们要不要想想看他们为什么叫木棉花呢？
哦，哎，你讲的有道理，你讲的有道理。为什么里面没有菊花、啊？所以你觉得是菊花吗？你觉得答案是菊花，对不对？哎，你一题没答案在里面。两分钟，我们每一题两分钟。哦，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可以先来问一下那个丽卡，你是选什么？哦，我是选什么？我选梅花。哦，那真的会是梅花吗？对啊，这个选题的依据呢？选题的依据啊，因为我知道啊，怎样？对，因为我一直依据是我的脑袋自信流，我喜欢。哎、欸，突然变得有自信了，他突然对他突然第一题原来是这种，换一个人了，原来是这种程度，啊、怎么会这样？真的，他就是那种考试考第一名，说我都不知道啦。但是考第一名那一种，真的好，那如果有对我有误会，这是误会啊。那我这边再宣导一下，如果各位观众啊，你们想要给提示的，请在就是最后倒数一分钟内再给提示。对，哦对 对, 对，然后不是直接讲答案哦，就是你可以说可能是什么什么有、okay, okay. 有颜色之类的，或者是什么颜色，或者是什么的，哦、对，可以用你的创意，然后给提示、嗯，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各位。哎，时间到，时间到了，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只有一个人选桃，哎，一个选桃花，有六个人选木棉花，好耶！你们是来浪分的，我懂。哎，我们来宾全部都有答对吧？来宾，嗯，都对，答对，有有有，有有有，为什么要那么确定？那那一定是答对的啦，一定是答对的。要看到分数吗？每一题结束会有分数，不会，好吧？第二题，我们会在二十题会。看一下中场的成绩。嗯，好。完了，这题我不知道啦。请问新台币千元钞上面的鸟是什么？哎呀，等一下，这个很针对啦，这个太机车了啦，我又不是台币哦，我又不是台币。猜一下，猜一下。那我们问一下小朋友的鸟。刚好问一下沙琪狗，你上一次看到新台币是多久之前？你要先让人家回答，你不要干扰人家答题。我上一次我已经答完了，我上一次是。一月我刚好回台湾，可是我根本不会去特别说哦，我回台湾了，不然我看看钞票上是谁，是什么？看看钞票长什么样？对啊，不会，不会去偷看一下钱包啊，我没钱这样。没错，我好久没有看到一千块了，怎么就零钱？都是头而已啊。那陪你呢？陪你这四只鸟你都认识吗？哦，不太熟。所以你是猜的吗？不，我记得不是只有小朋友吗？哪里有鸟？小朋友的鸟背面，背面，背面，小朋友的背面有一只鸟啊，有它两面，对，哦，对，它两面。我知道丽卡洛斯因为刚好是同族的，所以他特别清楚。嗯，那是的确。哦，如果这题答错的话，我翅膀不要了。OK， 大家听到了没？我翅膀不要。他刚不是才说什么？肯定是脚雕的吗？完，你现在没有这个选项怎么办？OK， 倒数结束。结束，好。哦，我答对了。哦，你好棒！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哇，丽卡洛斯目前第一名耶！没有，我们两千分也蛮多。哇，有哇，有一半人猜台湾蓝雀。你以为它是蓝色就是蓝雀吗？错，对啊。再来。下一个答案是地区哦、欸。我们来宾如果要调整声量的话，都可以跟我讲哦。哇，这也太酷了吧！好，纵观台湾地图，说下面哪张国旗不会再出现在台湾的地图土地上面？不会，弯错了，弯错了。我觉得这一题我的手指太肥了，可能对沙琪狗来讲有点优势。真的吗、嗯？因为你看的国旗应该比较多。谁说也没有吧？我怎么只有看美国国旗吧？像我就不知道第一个跟第四个国是哪一个国。哎、欸，那你现在可以讲解一下吗？反正现在开始倒数，不然我们还要再花时间讲解。第一个、是法国吧？哎、欸，是，这是什么？哎、欸，我连主持人不确定。沙琪狗这是什么国？啊？这个？那个是的，这个这是。这完了，我不知道。第一个是荷兰，第一个是荷兰，荷兰哦，荷兰，荷兰，第一个是荷兰。当然，这个是那个蓝天白虎旗是某一个时期的台湾历史会有的旗帜。然后第三个是日本旗，对，所以就第一个是法国吧？第一个是法国啊？对，第一个是法国。
哦，第一个是法国，对，第一个是法兰西，对，法兰西。然后本来我们都在雷。第四个是西班牙，西班牙，啊，西班牙，对，这就知道。叔叔，我以为你有预习过。啊，快要期末考了。西班牙。OK， 错了，我手太肥了，所以手太肥，你是不小心点错了，法国，哇，立卡掉下去了，哦，第一名是我们亚纳威，恭喜亚纳威，哇，我们答对其实蛮多，其实还蛮多人答对的，这边有人错的吗？来宾，没有，那一定是答对的嘛，哇，陪你很有自信呢，我不知道，智商不是假的，大拇指的啦，大拇指的啦。没有实质占领，下面哪个国家没有实质占领过台湾？哦，对，我们前面五题会是历史题，我们会有出历史、音乐、人文，嗯、然后还有一题是台，还有五题是台语以及广告。哇，哦，原来有分类啊，太机车了吧？广告什么？哎，广告这个还有音乐，不是你要知道，已经多久没有看电视了？原来都可能都是再怀旧一点的广告。但是我想说，家里没有第四台叫。完蛋，完蛋，完蛋了！小时候不是电视儿童，客家人表示沉痛的笑。我完了，没事没事，你们一定可以的。来，陪你。对，这题选的什么呢？你现在刚刚有个呆滞的表情。来，我刚刚正在数只数只，你在数说哪一个吗？他手举起来在数只，我懂了，这是你的猜题技巧就对了。是是是，还是其实有些人会开始滚那个铅笔，看滚到哪一面就是哪一个。那问一下，夏季口选了哪一个？我选葡萄牙。为什么我觉得是葡萄牙呢？哦、我记得。搞不好我错记忆错了，我记得国中班导教历史，他就说葡萄牙没有实质占领过台湾，哎、太厉害了！那葡萄牙说了四个字很有名的话 ，Formosa。哟，那我觉得，对，由此可知，葡萄牙只会出一张嘴。他们立卡说的，立卡，你今天的对手是葡萄牙路过，把这段剪给葡萄牙的观众。葡萄牙观众，你刚刚谁说葡萄牙观众有礼貌的吗？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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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以事实去判断的。我们65，葡萄牙，对，太棒了。牙，下一题哦。对，这题也是历史嘛，对不对？五题，这题也是历史。然后下一个，我看一下。哇，这超难哎、欸！这是地理的，太难了，谁知道啊？问。我妈咪被迷哄。提问：台湾第一个国家公园是？如果你还记得国中的地理的话，啊，不行啊，我一定答错。我乱猜。为什么就不记得我国中有地理课嘞？是说真的，我的国中没有地理课这样吗？欸、这题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真的会有人去记吗？而且那时候都会被强迫要记一些东西。哦，有可能以前考题也是会考。我记得有这种东西、啊。然后还会写那种填充，要写，比如说有六个国家公园，就要写六个，这样。哦，对，要有考哪些国家公园？没错，有有那个我会，可是我不知道，我忘记哪个是第一个了。聊天室有给出提示哦，他是说最难的国家公园。没有道理，我从第一名掉到第十五名啊，就是。是吧？应该不是最难的，应该不是最难的。你想问一下，就是有谁像丽卡有去过其中一个吗？怎么其中一个？我有哦，我有吗？我想一下，有，我去过，我去过。哦，啊，那你去过哪一个？可蒂吗？我去过台江。啊、哦，哎、欸，好，好特别。对，真的，我在台江就是一个，嗯，这是在哪里？台江在哪里？江？你该不会就是选他吧？你只要去过，那我选他。没有，我是选他。哇，大家有猜对的吗？嗯。好像有那个成立时间跟那个管理处的差别的样子，猜错了，我的 incorrect 了，我也 incorrect， 没错。来是有人说是盘子国家公园啊、哦，这个就很明显，啊、哦，真的是很厉害，哇，好厉害！那在场有答对的吗？好，你好，我答对了。前两个点两不说话，陪你说的，你陪你是什么？嗯，我没有去过垦丁。我刚其实是玉山跟垦丁在选，对，玉山跟垦丁我是两个在选。答对是绿色的对吧？对，哦、好，哎、欸，好、嗯，那我都没看过绿色。完蛋了！我这个太难了，我这个都
哦，在打字哦，我们这里要打字哦，各位要打字，早讲啊。离龟山岛最近的县市在哪里？是啊，打字。肯定吗？有。OK， 我知道。我记得曾经就是有一位就是还蛮有名的台咪，他就在推特 po 了一篇文，就说台湾地理，然后完全颠覆了大家的想象。就是台中有可能就在那个台湾的正中间，然后台南就是会最南边。台南是啊，所以那个人我是不是认识啊？等一下，那个人是认识啊，好像最近才联动过，好像有这回事哎、欸，好像是数字的数字开头，对，所以啊，数字开头，数字结尾，对，可以可想而知啊，中间是不是也是数字的那个？都还蛮差的，好像有这回事，我知道了，好，大家知道吗？嗯，你是有收集 几个相近的答案吗？嗯，就一个啊。看打错字的话，这样打错字就没分嘛，对不对？那个字错也没分。哦，有人给出了提示，葱很有名，很常下雨。哈？嗯，很常下雨，很常下雨。直接讲来，这是在说哪里啊？提示两个字。提示在台湾。太棒了，那是必须。哇，我们雷音很有把握，他说只要龟山岛都被算在哪个县市里面，就是答案了。啊，对耶，对耶，对啊。但是你连龟山岛在哪里都不知道，这要怎么看？哦，答案是宜兰，其实答对率还蛮高的、啊。大家其实都很厉害。对啊，但是我答错了、欸。有人答对的举手。我也答对了。哇！我们的挑战者好强。对啊，你们观众要加油点。陪你你好吗？奶奶，我好的啦，大拇指啦，呀大拇指的啦。依赖好强呀，你们好强。怎么又是填空？对啊，这个是要答什么东西？什么叫第一？我第一条这是什么意思？请问中山高是哪条国道？是第几？不知道啊。你们怎么要打什么？要打什么？就是名字要打什么东西？这个就是、那個、要打几个字？对，幾個字你有三个字、三个字、四个字都可以，其中有一个数字。好，我这样打好了。好了，我知道，我绝对不知道这题是什么。三个字或四个字都可以。来，手指头拿起来数来，一到四个数字。这好像我少数知道的。对。是有开车优势、啊，什么圈圈什么号圈圈什么号，圈圈什么？如果我猜对了，可是我打的方式不一样的，常开车就知道了。如果我数字放在前面这样子，常开车是另外一个意思吗？数字不能放前面，我在前面呢，数字放前面了。不得，填空题是噩梦啊！真的是我現在期末考一次啊，确定国小题，哇，数字放前面完蛋了。数字在前面呢、啊，这太不公平啊！哭了，就算猜对也没分的。好，那下次如果填空你的话，大家不确定可以先问一下，再等一下。嗯，因为那时候没有很直觉想到说，有些人可能会把数字放在最前面。可是统一称呼的确就是都是对啊，因为通常会以正式的称呼，就是什么、国道一号、国道二号、国道三。不要哭，我知道了，不好意思啊，我在美国待久，那顺序没有怪你们，是我的错，我说的不够详尽。哇，排名又起了。我们现在目前第一名是选一号国道，是国道一号。对，我选三号。阿拉伯数字跟中文字都会过，只要是你前面有加国道的话。那可以讲一下国道二号跟国道三号是什么吗？叔叔，国道二号那个比较少，国道三号就是那个二高。哦，对，你卡听起来很常出门的。哎，下一题哦。哪一个县市有靠海？有靠海的。有靠海是什么意思？就是太有靠海啊，就是他有碰到海边，海有碰到那个对。要帮我答题吗？你在干嘛？狗狗来，你来，你这只没有去过台湾的狗，交给你了。没有去过台湾的狗。我猜一定有多人看错，哎呦，这个有一点小小陷阱哦。陷阱但是你可以懂的，你一定可以懂的。国道二号是横的哦，感谢补充。对，然后这一题通常那个教科书上面很容易误导大家，因为
我好像选错了。通常教科书大家都有个印象，就是说，哎，全台只有一个县市，有一个地方，对对对，没有考核。我觉得被误导了。对，但其实没有。对啊，有分县市、哦。什么庆记很多的地方，就是一个提示吗？是是是。哎，那我们立卡，就是卡，嗯，什么？这个是你的主场对吧？你选了什么？我选了有海鲜第一排的，哦、有那是当然的吧？那是当然的。然后这个有很多消波块的啊，我跟你说肉重的部分，没错没错，对对对，很多很多中部重的，对对对，很多中部重的部分，对对对，因为中部重一定要靠海边，所以一定是他了啊！太厉害了，这逻辑真好，这可以用这样去推断哎、欸啊啊，中部重啊，还要穿防弹背心是怎样？这么危险的吗？哟，恭喜！耶，恭喜！陪你的脸色已经呛了，怎么回事？还有 OK？ 我一直在想吃的哎，我想说哪个没有海鲜，然后嗯，答对了。哇，这逻辑也是非常厉害，没有海鲜的，真的。好，那我们下一题。嗨。哦哦，又是选中、哦。这什么东西？请问东山环礁群岛划分于哪一个县市？东山环礁群什么东西？東西啊、这一题算是地理题最后一题了，记得没错的话。我才不会、欸，比较偏魔王题啊。我不会，我随便猜。但是其实很像是说最近的国中才教到。我升天了，红茶我也升天了。我们也是有国中生的吗？有吗？最近才教到。东沙环礁群，离国中有点遥远，怎么办？啊！哎，我觉得这题其实那个、欸，这题其实很，如果是在四年前的话，应该大家都知道了。四年前或者四年前、五年前，大家应该都知道了。我觉得他们聊天室好多人都知道。对，嗯，旗津区在哪里就是答案，啊、确实这是一个、嗯、啊，我应该晚一点再答的，嗯，大家可以听那个一分钟过后的那个提示再选答，那个地方腌制番茄超好吃哦，陪你都是用食物在记地区的，你这好厉害哦，真的发大财的地方，我连东沙环礁群岛在哪里我都不知道，其实我听过也不知道，看到这题之前我也都不知道，哭啊，哎，好想吃番茄哦，我没记错 ，OK， 好，三二一。哦，对啊，如果你们那个字打错了，就没办法，没救了。打成动物的那个贝尔。哦，你说高雄是感恩熊吗？啊！哇哇，真的是魔王题。高雄是、哦。好，我们进入到下一个领域了，没关系，就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科目嘛。有些人可能就数学强，有些人地理强，有些人历史强。可是没有数学题、啊。等一下要考数学吗？现在要考数学吗？没有了，台湾数学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子。好，再次综艺节目，请问名言“主委在家吗”出自哪一个节目？小时候都会看的，想起来了。哇，这前面三个也太相近了吧！沙琪狗发出了那个怒吼，来，我就没看电视哈。哎呦，那你可以举例一下你小时候都看什么吗？我小时候，我妈都放迪士尼给我看哦，可以告诉我吗？可是我怎么办？我又猜得好，等一下再刷，再刷了。哇，他们聊天室疯狂的刷四个字，来，立刻老师要说一下。下面一位，我们下面一位，下面一位，下面一位，陪你呢？陪你有听过吗？有，就全部都有。嗯、对啊、欸，下面一位，那你知道下面一位吗？不知道哎、欸，不知道哎、欸，而且通常在这五个字之后，会再加那个，会再加一首歌啊。什么歌？未来没真正高兴能见到你，哦、好像满心欢迎你，欢迎你，对，大学迎新哦。哇，这样我还是不知道怎么办，你很常看哦。真的，拜托、哦，以前那个每个周末都会看的。准时收看哇！我们等一下得到一个很不得了的资讯，就是立卡一下还蛮电视儿童的。对，以前就是电脑破破的时候，就只有当电视儿童。真的？哎呦，我又 incorrect 了，完了，我已经名次往下掉。综艺大集合。
呀。那大哥大是什么？这有这个东西吗？没有。有这个。也有。但他名字真的都很像哎。嗯，真的。哎，请问猪哥会社的两位主持人是谁？天哪！哇、哦，这个是这个我知道一个啊，另外一个是谁啊？这个前面这个名字有提示的，这节目名称。对啊，来陪你，你觉得是谁啊？谁是谁啊？猪哥一定有诸葛亮。啊，那第二位呢？那第二个是谁？我只听过侯怡君。啊，应该是侯怡君，应该不是陈雅兰。我记得陈雅兰不会主持这种节目。哎呦，陈雅兰是谁？哎呦，其实沙琪哥好像知道哦。陈雅兰是一个唱歌仔戏的哦。这个我陷阱。哇，我还真的不知道谁。那大家那个，一下臭味都飘出来了，老人臭的部分。陈雅兰是主持另外一个。可能不是猪哥或是这档节目吧、啊、那我们来问一下丽卡，你知道第四个选项是什么节目吗？那个、啊、康熙来了、哦、对，这我知道，没错、啊、第三个我是不知道是哪里冒出来的。三是什么？那可能是随便蹦的吧、哦、我不知道。也还是真的有这个节目？台中非常冷门啊。也不是冷门，不是，就这个节目也停播很久了，都会记得啊。对啊，怎么有人说最近有重播、欸、哇、哦、也太厉害了吧。那个人一定也是电视儿童。你还知道有重播哎、欸？是不是有去看？对啊，好狠哦！真的。哎呦，第一名是我们雷影，太强了吧、哎嗯！答案是诸葛亮跟侯怡君。真的，我猜对了，真开心。烤鸭啊！这是什么夜市人生？请问下列哪位知名演员并未演出？未演出哎、欸，知名八点档《夜市人生》欸，我只知道是其中一个人、欸。我看过几个名字，可是我不记得全部人。这题可能要善用一点三去法，我记得全部人。嗯、我谁是李心？我需要提示。雷洪，我记得我看过，可是我不确定是哪一个。雷洪是雷猴吗？雷洪是雷猴那个。聊天室有人知道啊？我们一分钟过后，聊天室要不要给个提示啊？要不要？有没有？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哎，可以，我记错了，好。我也记错了，没事。台中看来真的是很难的、欸，这是魔王题的部分吗？这是谁？到底能出来吧？这个太夸张了吧？这个有一个是恰恰的，很像是三吧，三是恰恰的。然后王世贤是唱那个歌的，是在唱我问天那个，然后美凤就是美凤有约那个，雷洪是抱连拳是什么？对，抱菊拳那个，没错。哦，陪你知道这题真的很难哦，我不知道小王恰恰，那你知道 Michael 吗？谁啊？这题阿嬷好像会这样。哇，是，对对，我问题是汪丽友，我问题是汪丽友。我问题是汪丽友啦，哎呀，没错。我只知道陈美凤啊，其他我都不知道。陈美凤，所以我只选陈美凤。好，我们时间到了。哦，这里好平均哦，但是普遍答对的还是比较多了。答案是李新文。李新文，但你是大家都喜欢看八点档，就是。没关系，我们错了的就可以帮助我们的那个 VT 朋友不用唱歌。对啊，你们的观众错比较多，我们天才冲冲冲是什么东西？完蛋了！哪一个？等，天才是他不一定。冲冲冲的主持人徐乃麟啊，他讲很多哎、欸。对啊，四个字的，对，不要标点符号。就是他讲很多、啊，他有骂脏话哎、欸，那对啊，他有骂身心哎，他骂很大声哎、欸。我不知道。最后的那一句话，最后那句话，他最后讲什么？他那整段跟颜色有点关系。啊，颜色哦，好，是这样提示的。你的颜色是这样提示的，我搞不懂哎、欸，是这样吗？颜色是什么？啊，有点谐音吗？哦，那是第一句话哦，那应该是第一句话。那個哦、靠腰 ，OK， 那我写错了。这是什么？四个字？是聊天室提示吗？我算是他最有名的一句话吧，然后有点被做成迷音这样。啊！为什么有人说送分？
我以为是什么哪里送分哦、是不是要加上主词啊、那個欸、如果你感觉是不是要四个字的话就加个主词啊、我觉得很羡慕很这个系统有点啊感觉有点小争议对不对虽然上面是有写四个字啊嗯，对啊，上面有写个四个字，嗯、对啊，我上面有写四个字，太多名言了，说哪个？对啊，对对对，太多了，这个名言有点专业，太多名言了，输不起不是吗？输不起跟我不录的都是吧？我还想，还有那个敬老尊贤、啊，懂不懂敬老尊贤、啊？哦，我们恭喜，我不录了，不录了，好难哦，好难哦，太难了吧？这题可是我觉得自己蛮争议的，因为我觉得输不起比我不录的还要。更那个红一点嘛、啊，嗯，确实，对、哦、嗯，出的不好，对我出不好。下一次把整这个整篇打上来这样，把逐字稿打上来，这个可能要选择，应该有一个对，应该有一个分别。百万小学堂，哇、啊、我怎么会知道？哎、欸，这好像知道哎、欸欸，我看过那集吗？等一下，我看过那集吗？啊，是很久以前的吗？怎么会知道？我靠，我听过百万小学堂。这个感觉好怀念，感觉是我不知道谁，完蛋了！嗯，选我，这个很有名的梗。对啊，小西瓜很可爱、哦，小西瓜对，嗯，对啊，那个女生。就是小西瓜吗？是啊，哦，对，最聪明的那个吗？对啊，是，对，来，年龄打击，陪你感觉是综艺完全不知道、欸我小时候没电视 ，OK 啊，是山上的孩子，山上的孩子的部分吗？我是山顶洞人，上香，你是不是没有穿裤子山上的孩子？对啊，我连这节目是什么都不知道，完蛋了，完蛋了，哇，完蛋了，真的完蛋了。陪你是来唱歌的，我知道。这点我用三句法，其实我真的不知道谁。对，我也三句法有点台湾电影，没错。反正有几个就感觉有点闹啊，应该是不知道、啊就是。沈玉琳感觉就就不太可能了。看一下年纪的部分，年纪的部分。啊我居然答对了！对啊、哎呀，那我不知道是谁，陈柏霖是谁啊？大人哥啊，没错，演对李代人哦。再来、啊、哦，啊，终于来个我知道。下列何者配对出？哦，来到食物题了，各位，现在这个比较简单呢、欸，这是陪你的比较简单呢、啊。对啊，这题是题要简单一点。陪你这个难度是不是突然不太一样？给你们一点甜点，对啊。谁是神魔的？哎，那既然都说简单，来，妮卡说一下，哎，哪一个？你去选哪一个？嗯。我选哪一个？我选最后一个、欸、那你觉得应该是什么？雾峰要我觉得应该是最后一个、哦，我都选了，我不知道还有什么。那你知道雾峰可以什么吗？知道，知道。沙棘狗知道，知道，因为那个地方卖的水果在国外很有名哦。哇，那有台湾的荣耀哎、欸，对，他是台湾的，然后他卖超贵的哦，他在美国卖超级贵，根本就吃不起，感觉里面有孔丁哥包一样。哇。真的，我还蛮好奇，它是绿色还是紫色的？紫色的，紫色的吧。哦，雾峰的都是紫色的。哦，嗯，原来如此。葡萄是飓风，雾峰是产虾米的。那莲雾是哪里的？这是个好问题。完了，我问了一个问题，但没有人知道。莲雾是哪里的？黑珍珠是屏东的，可是我不知道那个其他莲雾在哪里的。对，原来不是，没错。时间到了，时间到了，可以猜对了，猜对了。哇、哎哦，你敢都是第六名耶，好强啊！雾峰是葡萄哦，各位。雾峰是荔枝跟龙眼啊，是莲雾啊？嗯，到底是什么？到底什么？怎么那么多莲雾？怎么抢不到东西了吧？屏东是最大产区，那就只是不是莲雾？没。好，
那我们下一题应该还是一个食物题的部分。靠！哇靠！陪你说，陪你什么东西啊？陪你，陪你的主场。我不知道。哦哦。陪你可以。这个我不知道。拥有发言权呢？我会知道。哈哈什么东东？你要不要解释一下每一个你有没有吃过？什么东西？太针对我了吧？真的没礼貌，没礼貌。什么意思？谁知道？谁会那么变态去点这些东西？陪你啊！你吃过了吗？啊，陪你知道哪一个没吃过？我超喜欢第二个。哦，这些高。OK， 第二个删掉。哦不，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啊。这四个看起来都很不是披萨，讲什么东西？选一个最正常的就对了。我们的提示是这样。我觉得哪一个都不正常，最正常的都结果。对，我觉得哪一个都不正常。选一个最高级的、啊。我是选最高级的、欸。对啊，为什么只有第一个有加披萨？这个名字特别短，看起来比较那个吗？加上去真的冲淡一下那个字数。林，不要把披萨当盘子。那第四个是什么料？你可以介绍一下吗？椅子金子是抹茶吧？啊，对。而且真的是，可是抹茶披萨上面会有什么东西啊？抹茶吧，我哪知道？但是我哪知道宇治金石上面是不是会有类似像马吉还是红豆啊？应该是哦，抹茶红豆。哦，答案是干贝哎，没错哇！哇有成功接近我们前三了。抹茶 ，You failed me 我。我相信你，抹茶。欸、你有答对，没错吧？相信抹茶是那个无辜的。没想到他竟然参与了这个披萨的一部分。你有猜对吗？我猜对了。但陪你有猜对吗？三色豆，是怎么会有这种问题？当然是对的啦。三色豆哦不对，我操！你们喜欢吃三色豆吗？你们喜欢吗？三色豆是我可以接受的，我可以接受，我还行。真假的？但是我不懂为什么有人骂脏话，你很讨厌是不是？大家不要骂脏话，有需要气成这样吗？他们就是个三色豆。哎、欸欸、等一下，这个题目有误导，什么叫小朋友最喜欢三色豆？小朋友才不喜欢三色豆呢。题目有问题。对，这题目有问题。主持人，题目有问题，题目有问题。怪怪的，怪怪的。我们要宣导小朋友要吃蔬菜，所以我们就这样子打这个题目。没错。但是你有权不选、啊、不喜欢。那可以让小朋友吃好吃的蔬菜，花椰菜很棒啊，高丽菜很棒。花椰菜太贵。什么意思？花椰菜超好吃的。真的。哎、欸，不过说真的，是花椰菜女王。不过在国外的花椰菜都料理很难吃，不好意思，只是只要台湾的菜好吃。对，花椰菜一定要自己煮，外面卖的一定很难吃。对，外面一定是要冷冷的，要么就没煮熟。真的，或者就是很烂，然后烂到那个有一种烂烂的味道。真的，那我蛮好奇那个美国有三色豆吗？三色豆吗？对啊，我也美国超爱三色豆的，弄三色豆你打开，去那超市冰柜一堆。对啊，我长厉害就断了，真的不能出国了，不能出国。走在路上有可能会踩到三色豆，倒数结束，有可能答案是国外是这么危险的地方，对，四季豆的部分。这题大家就很会了，好吃。好吃吗？不要乱讲，差点被我掉到，差点就顺着讲下去。误导吧，串什么？串饼吗？中文题了吗？请问，什么？我都念 IKEA 啦。IKEA， 还有什么？美国念 IKEA， 还有什么类似的？我都念 IKEA 啦，我都念 IKEA。我记得还有类似的，我念 coupon， coupon， Costco 吧，是不是吗？ Costco 是这个有陷阱哦，注意哦，就是 Costco， 哦 Costco， 是这个是中文哦，不要用台语去想。这是中文。好的，再见了各位，再见了各位。这是陷阱题。你会去念用中文念吗？对啊，你会用中文念吗？我现在才知道。不是题目不行。有一个人的提示是什么？立主播你的种族啊？啊？
什么意思？你的种族什么意思啊？我怎么了？有点可怕哎、欸，这种族有点可怕。他是这个包的族啊？我不是吧？我不是吧？我不记得是吧？就是这样。有，嗯，有吗？打出来，大家可以打字打出来。错的啦，然后打出来是不知道怎么念。应该要写国文发音，应该不是这么的。而且标准读音啊，艺人的部分啦，艺啦。哦哦，懂了懂了。想了很久，不是他为什么还是要挂包、啊？为什么叫艺啊？可是艺包是什么东西？艺包有听过艺包吗？然后挂的话是艺包吗？包是台语，台语的说法。要吃，要不要吃一包一包？要不要一包一包？一包一包，两包，一包两包这样。来来来，来完成了。是高自我哦，这个大家知道的吗？这个知道哦，这好像知道、啊、国文课本 yeah. 你听你的鸟鸣，他看他的日出哦、oh, 很会哇，你怎么还记得彼此都有同等的啊啊，这提示太明显了，文学气质的吧，这个我这个课我背起来了，好厉害哇。朋友买了一件衣料，绿色的底子带白色方格，当他来给我们看时，一位的围棋十分感兴趣的同学说：“啊，好像棋盘似的，我看到有点像稿纸。”我说：“真像一块块绿豆糕。”一位号叫大师课的同学接着说：“我听哄堂大笑。”同样的一件衣料，每个人却有不同的感觉。那位朋友没能把衣料用纸包好，他觉得衣料就是衣料，不是棋盘，也不是稿纸，更不是绿豆糕。太厉害了吧！这个是为什么？你是要开一个国文课本去吗？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背这个，就是你知道，又很好笑啊，就很迷因啊，这整个课文。小老师，我都怀疑你打开手机搜寻那个，你确定不是那个国中的时候被发现？被逼着，被逼着发现。你这个人就是没有叉叉，太夸了，太什么了吧？才能用错地方了，真的真的用错地方了。哇，立凯开的都是知识台，哇，对啊，失敬了失敬了。我如果拿着那个背这个课文的力量去背我的原文书有多好？呀呀，我们有那个画面有互动式哦，刷七七七会喷那个彩纸。对，刚才一波七七七七七。哇，大家都会，大家都背起来了，啊、真的。陪你这几篇你有认识的吗？哦，我只认识雅亮，所以就选的。太有名了，太有名了。对，好的，这些都是标准课文了、啊，对。白色巨塔。啊，这个是文学题的部分、啊、哦，这是蛮简单的。这个很，我觉得这个很提示，说你去想白色巨塔是什么剧的话，嗯，那几个很厉害，他都会用推敲的方式。只是因为喜欢看一啊，聊懂。很像有点印象了吗？所以你有买这本书吗？没有哎、欸，但是因为它真的太有名了，嗯，哦，就是那个时候这部剧太有名了，然后它那时候不是翻拍成电视剧吗？嗯，有有有，没错，对对对，所以就很有名，所以才知道。听起来好像是，对，事实上没有真的很认真看过它。我们那个陪你的宝有丢出文个完整介绍。对啊，感谢陪你的宝，好棒，赞赞。反正剧情看起来像推测是怎么回事，但是看到这部剧看到哭哦，哇哦，我没有看过、啊，听说有蛮黑暗面之类的，这就是那个职场生态啊。嗯，还有一些医疗心酸吧，我觉得感觉就会有这样。嗯，对。怎么突然间沉重了起来？突然间就把没关系，我们只有那个一分钟的沉默时间。2006年啊，难怪我没有看过，好吧？啊，为什么是用2006年就没看过啊？因为那个时候还小吧，对啊，还小哦。我想说，怎么我没有听过哭啊？哦，我们只有一个名次的变动。嗯哼，好，那我们下一题，三二一，哦，二十题，啊，完了，完了。完了，哪一个九把刀应该知道吧？但是
是知道，嗯、但是不是很确定。我总觉得我们来宾都会头上都会在那个 loading， 我也不是很确定。我也不是很确定，我觉得我应该有答错。嗯，陪你呢？我只有三去法，我只看过第一部哎、欸，三去法。只不过我自己对裴仪的想象可能会觉得说他应该看蛮多小说的，没有，我不看书的。他直接说我不看书，原来是这样。你不看，你不看没有电视哎、欸，他就三年不读书，哭啊！这都改编成电影、台剧，有的有跟电影，对啊，对啊，没错。OK。问一下沙琪口选哪一个？我不知道，选妈亲一下哦。但是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月老，因为我读过小说，那些年我看过电影。对，我也是，我也是中间两个在這裡。然后中间两个二选一，对。嗯。但是听见下雨的声音好像是歌哎、欸。不知道他是电影，是他是他有电影，哦、他电影，但是他是同名，哦、对他那是同名。哦，是听见下雨的声音，欸、真的不是他的呀？那是谁的？他是听见下雨的声音，方文山的，哦，方文山，方文山，哦，太厉害了！哇，那么43个人答对，呀，好呢，好，再来，下一题。什么东啊？一把青是什么？公司我没有看过，我没有看过。一把青吗？一把青，花博花龟改编自一把青哪本书？不是这个一定有误导吧？对，这是改编自一把青是吗？还有一把黄哎、欸。嗯，这个真的是算是文学中的那个难题。一把青，难难我一把眼泪，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这到底什么？我真的会的人真的很厉害，都会直接讲说是什么谁的作品、啊。对啊，好夸张哦！什么有人讲出来了吗、哦？这是白先勇的作品呢、啊？啊，白先勇对我来说太气质了，不是我的，不是我的领域范围，不是我的领域。哦、okay. oh, ，救命啊！怎么会知道啊？这个陪你在我是谁？在哪里？那、啊、请问我们陪你平常最近看的那个漫画是什么？H 漫，好好，适合在这边说出来吗？OK，原来是这样啊。Okay. 我们有一把青的那个相关介绍在聊天室啊。嗨，这个有获得政府的补助哦。来，丹丹，你没有看过吗？所以是这有人有看过吗？没有，没有，没有，哭你，我是台北人，我居然答对了，哇！然后我怎么答对？我没有理由吧？一把青应该是改编自一把青吧，不然我怎么叫一把？这数字有陷阱，他看起来是答案，他绝对不是答案的。看一下这里应该有几个解释吧，我直接看一下。谁？一把青的有啊，在下面。那我印象中白先勇的孽子，下面我刚刚超级像 BL， 超级。所以你才看吗？对，我对他的内容非常有，就是有记忆，有印象。一把青是短篇小说集的内的第二篇，對台北人恋的第二篇之中的第二篇。所以他就是他还是改编自一把，他是改编自台北人的一把青。对，他对，他是台北人之中的一把。对，他是一个章节，应该是一个章节名字。嗨、哦，台湾戏剧题很送分，我觉得这题比较简单了哈。嗯，这很送分，而且有蛮近的。我没有看，我没有看，完蛋了。如果你有买那，我有两个不知道。我觉得蛮送分的。我跟叔叔最近才看完《模仿犯》呢，好看吗？好看，但很痛，虐的那种。对啊，就一开始有啦，知道他是悬疑剧，但不知道悬的那么、那么深。艾莎每次都说我想要看快乐的作品，然后他每次选的作品都因为第一集就死了。不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你是说演员领便当快乐的部分吗？没有，
他们大家都推荐，然后我就觉得应该不错看，但为什么大家喜欢的都会死，都前面就死人这样？要让你继续看下去啊，真的戏剧张力啊，对啊，戏剧张力，真的哇，太过分了。其实这边的话可以用那个，就是某一出它是比较其他语系的，那你就可以知道了啊。语系、你说名称吗？剧名？对啊，剧名、不是有什么陆剧啊、韩剧啊、日剧啊？有一个，有一个，不太一样。嗯，特别不太一样。真假的？真的？哇，你看到是不是？看不出来。啊，算我答对了。哎呀，来，再一次，我们《爱的迫降》是我们的韩剧，南北韩的故事，就是在讲说，就是有一个是南韩的。那个这部也蛮红的、然后不小心降到北韩那边，对对，滑翔翼嘛，是吗？好，来来，抢菇哦，来了，接下来是习俗类了，习俗类，一年一度的抢菇大赛，通常在何处举办？这新闻好像会爆但没有特别记得。完了，我不知道呢。完了，杀鸡口不知道。我猜一个，你们以前有在课本上面看过吗？课本上 有看过，可是 我记得看过照片，对，感觉这都会出在那个大概国中的时候的考题，会有图片啊，就是我知道是什么东西，只是在哪里举办的我不记得。然后通常就这样一题四分，然后你忘记就没了，哭哭，亏烂亏烂，对啊啊，那陪你呢？聊天室有维基百科，对啊，聊天室有维基百科，我记得是宜兰，因为我在宜兰待了很多年，可是题目没有，可是选项没有宜兰啊。对啊，所以我就在想，那到底是哪一通常宜兰是就你花莲大下面这样子。如果宜兰，跟刚刚那个国家公园很接近哦。那个地方东西超级好吃哦，又是好吃东西。而且那个，因为他办抢购的时候就特别的、特别的时间，很好吃，所以台南有老街在那里。你说特地为了这个活动吗？就他就很有名啊，所以就是。一年一度，就是那个老街也会很热络、那一天，桃城也有老街啊，太不公平了吧这题目。哇，那我应该猜错。哎，我猜错。OK。屏东的恒春啦，恒春老街。其实我有看过抢菇的现的那个他们在准备的时候的样子，在头城，但是我没有看过真的在爬。那是屏东哦。对，我也没有。原来如此。粽子是纪念谁诞生的？粽子，粽子。第一角角，西角角，西角角。要看是哪一个变的粽子，中部粽的话可能就不一定了。啦啦啦，中部粽是为了谁纪念而生的？原来有纪念不一样的人吗？我不敢讲出来，我怕我讲出来之后呢，我也会变中部粽。李白啦，我怕会出事情。哎呀，讲太多话。是谁？啊，李白是不是啊？李白啊，还是很有想法，可以。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王安石、白居易、孔子，都有哇，这也答很多。高中经典文化教材。原来古人都喜欢吃粽子，孔子每个人都用粽子纪念。对啊，国库越来越空，瞌睡，瞌睡，瞌睡。快说！那个陪你问号问号问号，陪你一定知道吧？怎么可能不知道？我不知道陪你真的是意外的清纯某种程度来上。那你一定要去看那个什么经典教材那个。对啊，高中经典文化教材去 Google 那个影片超红，你一定要看那个影片。对啊。你说洗脚脚洗脚脚，这你就知道了。OK， 我知道了。答案是屈原。指路也太低了吧，对吧？哇哇哇，大家都会哦，大家都很会。那个排名也在变动怎么会这样子？现在好像有点近哦。啊，出狱是什么？习俗没有进去过，我怎么会知道？第四个是什么？第四个是什么都没有料，我又没进去过。
我没有进去过，我也没有。哇，我也没有哎、欸，真巧。叔叔，你有进去过？回答一下。就是我们第一次住，第一次入狱的时候会，因为要先判给大家看，所以会判比较重。然后第二次入狱的时候啊，就会从轻量刑，所以会直接减刑。然后第三次入狱的时候，通常风声已经过了，所以说只要吃个东西意思意思就好了，所以就会吃这个东西。啊，这是一种提示吗？我觉得你什么都没提示啊。我也觉得我没有感受到，有一种那种消灾祈福的感觉的。消灾祈福？台湾人啊，很喜欢消灾祈福的时候吃一种面线。哦，对对对对，提示就是面线，那个沙琪狗说的。没错，提示就是面线。我以为就是面线而已。哎，小天之源，我想有个提示了，跟某一位台币有关系，好烂哦！为什么这跟有某一位台币有关系？跟某一位台币有关系？怎么有进去过？是不是？他名字有点像。等一下，可以讲吗？没有，等一下这会不会得罪啊？这会知道的吗？会吧，我觉得因为它已经不是只是，我觉得猪脚面线已经不是只剩下出狱的，就它还有很多种都会吃，对，没运的时候都会吃，对，还有什么生日好像就是只要比较衰，你就要吃这个，算是一个习俗啦。好，谁现在最衰？叔叔该吃了吧？哎，这边答对率超高哎，就是只有六个人答错哎，我们这边有其中一位吗？有啊，没有，艾莎，我选一个我最喜欢吃的。艾莎选的麻油面线哦。你根本想，你根本选你想吃吗？两个，对。还啊？水果可以，但是这题目是不是打错字了？打错字了，不专业。可以拜，拜元节，拜什么是中元节？拜 BUY 吗？是。中元节为什么是中元节？可以拜啊！这个我用猜的，这我不知道。可以拜拜哦，可以拜拜的拜，我以为可以买的意思。拜拜，各位是拜拜的意思。拜拜，拜拜，拜拜。那为什么其他不行？因为这个中元节它比较属于是祝敬，就是祖先嘛。然后有些它是代表比较好的意思，所以它可能就不太适合。怎么祭拜祖先不能拜比较好的？这个就很像是跟台湾的习俗有关系，是因为他已经数掉吗？还有一些就是谐音的部分啦。啊，有没有看到？那我一定是错的啊！说是谐音部分，那我绝对错啦。不能拜成串的，不能拜成串的哦，有这回事。然后也念念念看也不行。那为什么李子？还有九里来，哦，凤梨我知道，李来李子啊，哦，李来哦，哇，这翁来，旺来，对，我是旺来，不是翁来旺来，这个连我在台湾那么久都不知道，你要什么？丁鸠就是，他是搞怎么知道？丁鸠是成串啊，对，不行，这我怎么会？是我原本想说李子，为什么不行？下一次请主持人那个办一个美国知识小问答。好，对，谢谢我，请邀请我跟丽卡，谢谢。请问下列哪一个美国州份是在1850年加入的？这太难了吧！为什么连消息稿现在都不会？各位行宪纪念日，各位行宪纪念日，行宪纪念日，这应该行宪台湾人吧？怎么有面有难色？我听到了。跟吃没关系，我就不会特别记。这个我也不会特别记。通常有些人不想要过这个年的这一天的时候，他就会说行宪纪念日快乐。很久很久以前，行宪纪念日是有放假。对，现在没放假，所以有三去选项了。放假？假的？对，很久以前是有放假的，所以会记得。还是因为我这样报年龄的锅，我还是闭嘴。完了，到2000年会取消哦，2000年的时候取消放假啊。哦、那为什么要取消啊？不要说取消啊，都放啊，对不对？谁死了就放一下，谁生了就放一下，是吧？
初见，四十年前有放哦，四十年前，所以大西狗本身的话，四十年前，四十年前没有到四十年前，不要这样好吗？人家长得那么可遥啊，老遥，人家2000年取消的吗？哎，哦、oh,，OK， 好、yeah, 啊，我记得都，OK，一二二五，了解。哦、所以是取消才变成周休二日，好吧？那我还是选周休二日好。哈、这一项肯定是谢和弦的对吧？对，真的。再来是我们的人文题，谢晶晶是什么？谢晶晶是什么？我从来没听过、啊。晶晶哪位？晶晶是哪位？谢晶晶的老爸应该也姓谢吧？我不知道。哦，可是不会谢龙介，不会谢和弦，那谁是谢金河？我也不知道谢谁啊，金金配金河吗？是哪位？有想法，有想法。提示：这个选项曾经出现过，出现在其他的题目过，是这样吗？啊？什么意思？这算是某种提示？没错，这算是某种提示。这个蛮提示的耶，对啊。如果你前面有认真作答的话。对，没错，大家应该知道吧？为什么他不打本名呢？这是不是有种陷阱？有人不是本名？对，对，有道理耶。他为什么对他打本名？他的本名是什么？叔叔，他本名叫什么？今天应该要打本名的人，因为他本名也就也姓谢。对啊，他本名 叫谢欣达。哦，谢欣达。对 啊，可是你把那选项放上来，你不放也不会人知道他是谁。對對對對啊，真的，我这样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他是谁。你把他本名放上来，应该更没有人会答对。谢谢你们烂，但是我喜欢。哎，你有答对吗？有。此地无谢三百两，应该吧？哎，答对了，好，答对了，可以，可以。答案是诸葛亮。你打本名反而没人知道。哦、下面哪位不是五月天的成员？哎呦，这太简单了吧！不是，他会这样出，是因为大家常把他认成五月天的成员。可能超多人会把他认成五月天。不在场有不认识五月天的吗？我只知道阿信，哎，谁不是、都知道，谁不是？我记得他们之前的演唱会是不是有那个一起 出现过？好像有一个是不是火锅料？对，大家常把他认错，所以他们就邀请他。对，就刚好同台，离开一下，梦幻联动。这还蛮好笑的，大家都会把他认错，不好意思。Hello Luna， 哎。都有出现在演唱会上面过，对啊。偷问一个问题，刚刚是说前几名才没有惩罚啊？没有，就是要在总人数的前三分之一。百人哦。杀气狗没了？没了吗？你后面有可能会乘胜追击啊！对啊，这个什么那名次会写在哪里啊？我现在来看。现在总人数是150人。左上角有题目，右上角是你的名次。哦、啊。然后现在你只要能够在前50名，就不会被惩罚了。OK，我知道力卡很强啊，你应该是在前20吧？那没事，那没事，那没事。OK， 可以的。那陪你了。目前还有19题，可以的，可以的。盯住了，有点微啊。有点微吗？啊。勉勉强强，勉勉强强。好。那我们下一题答案是我们的品冠，很多人会把它当成是冠佑。对，都一样。对啊，我靠腰啊！惩罚是要唱那个超台台湾歌，开给你们看。哎、你怎么可以趁我还没有来回来之前切下一题呀、啊、？OK， 艾莎，你也太坏了吧！下面何谓没有原住民血统？原住民血统哦。我知道三去法，但我不确定。三去法，对，我也三去法。这题还蛮简单的耶。还是其实我答错了。很还蛮简单的，张惠妹。提示。的确是，没错。阿丽现在也蛮红的吧？没有吗？阿丽现在没有比较红。那有人知道就是个别是什么族的吗？
我靠，这啊，这个太难了吧？太难了吧？是有阿美族，张惠妹是阿美，张惠妹是阿美。张惠妹阿美族，但其他好像就大家就比较不清楚了。叔叔，你等下解答一下哦，你都这样丢地球给自己。这应该是你要讲的，对对对，GPT。交给你的主持人，交给你。陪你的宝呢？陪你的宝。什么？陪你的求助观众。可是我记得是阿美族，那这样都是阿美族的嘞。阿美、阿丽、阿美族，这样好像都是阿姆族啊，阿美族的嘞。那萧敬腾啊。他们根本就阿丽也是阿美族，我知道阿丽。对啊，好像大家都是阿美族的。所以只有阿美族活有艺人是不是？哈哈哈哈哈！这是艾扎说的、啊。你说以这个几率来讲的话，对啊，这几率很高、欸。人口比较多，他们人口比较多。哎、欸，阿美族哎、欸，全部都是三个。萧敬腾也是哎、欸，嗯嗯，那萧敬腾也是。嗯，答案是500。答案是我们的500老师，就是今天叔叔选的那个。对啊、哦，没错、啊，大家很抬。来，我们下一题，再来。谁是台积电创办的？台哇，台积电，知道哈？完了，我不知道、欸，是不是没有买？我看到艾莎秒选错，超好笑。真的吗？选错吗？不要因为他最近要参选就选他，好不好？我也最近最红的。我知，完了，选错了啦，我都知道。刚刚有人补充说，那个台湾族的有动力火车哦，对，谢谢补充。张惠妹是卑南的、哦，我帮你 check 一下。卑族哎，张惠妹是卑南、那我们这边可以趁机问一下，就是在座的异世界朋友，有人买台积电的吗？我要买得起耶。有买过零股？有买过零股可以吗？啊看一下，真的是卑南族哎、欸！对，张惠妹是卑南族、啊哇。哇，那我们刚刚全部都讲错了、嗯。哇，那看来我们异世界都真的都比较穷，都买不起。下次我们 是可以开个集资条啊？不是买不起，所以岛内、台积电，台积电一张集资条，可以吗？集资条，好像集资买台积电了，所以啦，张忠谋，对，是张忠谋。那郭台铭是谁啊？鸿海，他是鸿海的。鸿海，完了，艾莎完全不知道郭台铭是谁。不是鸿海的，不是，我是把他跟台积电搞混，没事。你还不是郭台铭？哇哇，假夫妻是鬼啊！假夫妻，下列哪一个网络红人是假夫妻？太热界了啦，这个太热界了啦。这杀气狗一定会吧？不是，我猜这个题目的，谢谢。快点帮我选一个！哈，我不会选啊，没关系啦，反正我又不参与这个。大家知道吗？这都是我们的 YouTube 或者是 VTube。我知道第一个你有跟我讲过啊，但其他我就不知道。还有实况主的部分，这个很简单哦。二阶吧，二阶起来，我觉得可以提前结束了。二阶，我就是二阶吧的。大家知道了吗？为什么？但是我生气，身为二阶班，我觉得他是真的。所以不认同这个主题，所以搞不好是真的吗？主持人题目那个答案给错了，答案给错了。答案给错了，我不行，不接受。原来是这样。我、现在可以举手。大破防，原来是假的吗？奇怪，没有正确答案吗？没有正确答案是假的、怎么会这样找不到？哎，这个我选不出答案、欸。答案是破防了，破防了。好，那我们其实准备结束题目咯，等等，我还没选。哎，叔叔，陪你有你好久，还没有下定案。叔叔，我不能这样哦，你还是要倒数完哦。我太犹豫了，选不出来。对，我刚刚要倒数的。好，讲解一下吧。答案是西府跟樱花，棒棒棒。来给沙琪狗解释。对啊，他们是被二阶出来的 CP， 他们不是夫妻，他们。
啊、不行，我破防了，他们是真的，我破防了，破防了，我不接受这个答案，我不接受，破防了，等一下是二姐，就是 CP 的意思，听命题是什么？哦，来，那请我们的异世界朋友要听一下 YT 哦，暂时打开那个声音， okay. 因为我这边不能放，好，大家仔细听哦，仔细听哦，我们这边先关麦，为什么有一个？谢谢您参加本次活动，题目换算为日间等级的话均坐落在日语 N3， 请放心应考。现在开始即将播放题目，请考生准备好纸笔以及心态，每题只会播放一次。现在开始播放题目。啊，你倒嘛较好啊！迄条我要食的，你直接个内里面是咧创啥货啦？啊，好啦好啦，我最好你啦。欸，骗你的，搞超一色。林达，啊，好像有听出重点。哎，我们的来宾。啊，脏话是怎样？那个脏话，你有听出来他们在干嘛吗？脏话。来，我现在要先问一下在座有没有人听不懂台语的？需要再听一次吗？嗯，这脏话。Hello， 三位，有人不听不懂台语的吗？有人听不懂台语的吗？我，陪你，陪你一开始不是在秀台语吗？我完全听不懂哎、欸，在干嘛？我是听得懂，但是我听不懂刚刚那些在讲什么。没有，我需要再听一次吗？好，我再播一次。好，你从题目开始就好。此现在开始播放题目。人就叫人放上，就已经够艰苦啊！你搁底下怕哪凉？莫怪我好甲你扇嘴巴啊！你是白痴是无阿明？我播错了啊！播错，还有人播错？对不起，我播错了，播到第二题了。OK OK， 你说错了，你终于日常事故了。Okay, okay. 没事没事，再听一次。难怪拯救。每题只会播放一次，现在开始播放题目。啊，你倒嘛较好啊，迄条我要食的，你直接个内里面是咧创啥货啦？啊，好啦好啦，我最好你啦。欸，骗你的，搞超一色。林达，好。那其实你们可以就听他们最后为什么会那么生气，也可以来判断出。对对对，那个脏话真的太好笑了。OK OK， 我听到。因为我这题是抓五分钟啊，但我觉得大家应该答的差不多，那我直接倒数喽。倒数五秒好了，就你哔哔哔，等一下，好，等一下。我刚好像听到什么腿泥的。腿泥吗？腿泥，大家都不会懂。腿泥。五，等陪你选完可以吗？好了，完蛋了。五、四、三、二、一，结束。好，强制结束呀！关键字应该是清一色，臭一色，清一色，清一色，清一色的清。对，还有就是，你答对了啊！我听到"搞"的瞬间就哦，对，就到，太厉害了！哎，答对率还蛮高的。最主要我觉得也可以看听那个脏话啦，因为拍卖跟那个应该是不太会脏话的。为什么老鼠竞标会不会脏话？哔哔哔哔哔哔哔。好，下一题，我们台语题都是听力题的部分哦。Oh shit！ 好，大家准备好了。现在开始播放题目。人就叫人放上，就已经够艰苦啊！你搁底下怕哪凉？莫怪我好甲你扇嘴巴啊！你是白痴是无阿明？请问月霞为何会赏阿明巴掌？请问为什么月霞会赏阿明巴掌呢？
可以吗？这边有完全听懂的人吗？有我哦，没想到上期狗很懂，我有听到关键字啊。我也选好了，对。怎么消音？不知道这个怎么消音吗？对，为什么要消音？对，我刚才在想到后面是怎样，他已经死了，他被他骂回去，咬他一句。那再听一次哦，来。被播放一次，现在开始播放题目。人就叫人放上，就已经够艰苦啊！你搁底下怕哪样？莫怪我好甲你扇嘴巴啊！你是白痴是无阿明？啊，有了吗？懂了吗？可以吗？大家听得懂吗？应该吧，应该吧。我看绿星，绿星应该很懂，主要他应该觉得这个口音很特别。我想问一下，陪你大概听到几层？完全听不懂，哭哭完全听不懂。我最近的那个只说一次，前面说题目只说一次，然后后面就听不懂。好，然后我要倒数了，陪你 OK 吗？好，来了，好 OK， 好，倒数五秒了，五四三二一，结束。OK，、啊、没有什么问题。啊、OK， 听力题还有几题 ？Oh my god， 最后要死多久？最后三个，最后三个，没问题。Okay, 最后三个 ，OK，OK、okay, okay。关键字是怕哪凉，所以是那个风凉话的意思。风凉话，哇，好强哦！好，哇塞，是什么东西？现在开始播放题目。各位评判。大家好，我是编号第二号。今日我要朗读的题目是《请倒立号》，请倒立号。完了，我选太快了，有点陷阱啊！这一题。OK OK， 我选太快了，这是台语的部分啊。热热皮，还闽南语的部分，哭哭，像极了在考音听的时候，音听比这简单百倍啊！这个东西要听到最后才知道。那立凯有听到什么关键词吗？我听到他讲到他讲到那个答案呢、啊，对吧？哦，对对对，没关系，可以说出来。反正大家也不一定会觉得说你是对的。哎、你是听到哪一个关键词？我听到那个，我听到朗读。哦，那陪你有听到吗？完全没听到。那陪你选什么？拜票吗？我不知道。拜票扰民。对呀、啊，下刀撩喉还是什么的，听不太懂。哦、那杀气口呢？选哪一个？他会选一耶。哎、欸，他也是选一耶。哦，这肯定是在扰民啊！可恶，这肯定是在扰民啊！我也这样觉得。我一开始以为是比赛，但听到后面有点陷阱。哎 ，Hello 红妹 ，Hello 红妹，给你一个管理员。好，那陪你选哦，我们要倒数喽。嗯，好，五、四、三、二、一，结束。对，他其实前面有跟评审打招呼，没错。然后他有说他要朗读，那为什么他跟评审打招呼还要在这边掐头以后？那个是他的朗读的内容，那是名字吗？那是朗读的名称，是不是？文章朗读这个啊？对他朗读，他最好读投票，好难哦，太瞎了，为什么是填空？哦是哦，完蛋了啦！来来听听看他卖什么东西，仔细听哦。每题，现在开始播放题目。土豆，土豆，好食的土豆，小烫烫的土豆，顶个软软的土豆，小酒嘞，
我的小酒礼是正宗南昆星的小酒礼。哎，你们有听出来有两个东西哦，不用空白哦。剪完第一个我就已经剪完就按，剪完第一个我就送了，剪完第一个我就送了，第一个就送出题。我就知道，我就知道听到的结束有两个、哦。我想说什么写不用点符号，为什么不用？你们要在真正的大考也是要听完最后吧？接下来我们去吃头刀了。可恶，小丢雷什么？是几个两个名词组合在一起？被阴了，我怎么知道后面还有另外一个？我也觉得我被阴了。仔细听， okay. 仔细。培宁应该很会吃这两样东西吧？我听不太懂哎。完了，那你看聊天室，你有吃过吗？什么豆腐吗？豆腐有偷刀，偷刀，偷刀是豆腐，偷刀是什么？偷刀是土豆，土豆是花生，土豆哦，花生，对，哦，没错没错。然后另外一个是小酒雷，小酒雷听过吧？没有听过吗？哦，有哦，对对，听过，对对，这两个一起卖的吗？应该是没有啦，都一起卖。哇。OK 哦，好，倒数咯。OK， 五、四、三、二、一。好，终于你们的痛苦要结束了， okay, 最后一题了。OK，OK，、okay, okay, 终于有。是啊，没道理啊，后面那个食物果然最后没出来的呀、啊。对，这完全没关系耶。你看，那么多人都先打，不是听不懂啊，这个只是先算出而已、啊。花生烧酒螺。这还有个陷阱是，就是有些人会以为是马铃薯。看一下啊，这是什么？来听这一题哦，听你题。题目：阿妈，你是做了啥？爱滴白枪啊，给我偷特戏呀！你咪是上爱食的，那是爸爸啦，我就对海产过敏咯，我去叫爸来吃啦。哦、哎呀，好像还行，听起来是一个孙子跟阿嬷的讲话。二买萝莉，超喜欢吃这个东西的哟，超爱哦。答案一定是叔叔地下室，所以沙琪哥很懂。答案绝对是叔叔地下室，不是这个吧？所以你是吃叔叔地下室的什么东西？好可怕、啊，绝对有的，对吧？伙食很好，这个算是之中我觉得最简单的。哦、真的吗？我刚刚只听得懂爸爸，但爸爸没有在里面。爸爸是什么？你要吃爸爸煮爸爸，吃爸爸吗？爸爸不是大便吗？还是我搞错什么？爸爸是爸爸吧？阿妈很会煮呢，对啊，那两种鱼都很贵呢。爸爸到底是什么？会的。巴黎老师，哇！生气了！十五岁才听得到，对，不能重听，只能听进去，就跟我们的大考一样。没错、啊、你穿到了我的疤，陪你一个呐喊、啊、完蛋了，对、okay, 好，那倒数了、okay. 倒数了，是不是、欸、听你是结束吗、哦、来最后一题，时间到了吧，听你已经结束了，恭喜他解脱了、okay. 魚攤，对，他说的土托鱼跟白鲳，对、嗯、啊 OK、哦、好，哇、這個、再是歌曲音乐类，音乐类，请问完了，春去春回来，不要唱好不好？你先我作答。花会打开，可以。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蓝梦花香你心海。原来我们还在听一题啊。有听过吧？应该都有听过吧？我没有哎、欸。我好年轻，完了啦，又爆年纪了，直接不愧是清水仪，已经开始有清水仪出现了。清水仪，哇，不愧是清水仪，开始刷起来了。你们好坏，黑许 take， 不愧是清水仪。哦哟哦哟，我找双眼金币，我不行了，撑住，撑住，不，
那丽卡洛斯听过吗？你会唱吗？我没有，我没有听过，我也不会唱。你看这四首你都不会吗？我看一下，一二三四，周杰伦有听过，就两遍了。哦，对，没关系，今天也会有周杰伦的题目。Nice，OK、okay, OK， 你一定很在行的。那应该大家都很在行吧？是他是周杰伦。好，来，我们最后的五、四、三、二、一。哇，我觉得歌曲类感觉对于沙琪狗来讲是易如反掌啊。Correct， 如果是老歌的哇，是像这个吗？可能是哦。太好了，有周杰伦。好，隐形的翅膀是谁的歌曲？专辑吧，这个。很送分吧？对啊，我觉得超送分的啊！可以可以可以，很常见的那种学校毕业歌之类的，或者什么，音乐课，没错。我总觉得陪你很像还是在忙，糟糕，这是哪？听说丽卡唱过，丽卡唱过《隐形的翅膀》是吗？你要不要来哼个两句？这是那个歌我有唱过，你被 cue 到，当然要哼一下副歌了。好，我要先唱。Q 到了，来交给丽卡了。又我要唱，OK。你有45秒可以唱。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Wow？ 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过绝望。太强了！他们拥有美丽的太阳，我看见每天的夕阳也会有变化。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唱完了，哎，结束，结束，哎，哇，超多，你的画面，你的画面超爱心跟那个撒花，哇，好听，瞬间变歌回台 ，OK OK， 哇，看来大家都会耶，那献丑了，献丑了，对不起，三少环的部分，献丑了，献丑了，棒棒，听力题，有听力题，有，为什么有听力题？叔叔说好没有听力题，四个人的歌我几乎没听过，靠呀，好了，我来听一下喽，很简单。什么都我没听过，没了。你在让我提示，没听过。来，我们请清水姨。清水姨，这个声音非常非常非常好认的。那你会唱吗？啊，就啊，说会了就是就是要中要中这个坑了。剩下40秒是你的时间。好，我只唱一点点，因为这的可以不。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就让我用一生等待。如果深情往事你不再留恋，就让它随风飘远。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就像带走每条河流，所有受过的伤，所有流过的泪，我的爱谁全部带走。好，我觉得最厉害是为什么你全部词都会啊？我查歌词，立马专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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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张雨生。答案是我们的张雨生，不愧是我们的清水鱼，感谢麋鹿，感谢砖头，谢谢你。下面这首歌是啊？又是听力哦。哦不啊，我这哪一个词？来听一下喽。什么东东？我不知道。哎，陪你有听过吗？陪你有听过吗？我
哦，没有哦，完了，不能让陪你唱，可恶，不能让陪你唱了。对啊，要先看过这个节目，我这都什么东西？那你们觉得这个很耳熟吗？这个旋律有好像有啊。我觉得我应该答对了，但是三句法，反正有些不是的，也算是民音曲，没错。古文小教室时间，有很多的 YouTuber 也会喜欢用这个配音，啊、用来解说一些东西的时候。嗯，他会特别放上来。对，可以问一下《每日一字》是什么节目吗？就是类似说文解字的哦，教你讲。它不能算，它不是节目吧？应该不能算一个小单元啊。哦、oh, ，OK， 他就是会跟你讲，这单元他不算整个节目了，跟你讲说这个字它的由来，还有它怎么写这样的哦， oh, 然后跟你解释。那跟一字千金是差的，那应该是成语吧？哦，这是假的，好吧？我以为我不确定有没有这个节目，那应该是成语吧？啊，哎呦，我打错了。有猜对吗？你有猜对吗？有啊，我还以为一定是晚间新闻。我也是选晚间新闻，没有，还是不是这一晚？还是应该是我真的没有看过，一字千金我看过，对，一字千金我看过，这是节目哦，是曾国成节目，曾国成对，曾国成的，因为我有投厉害哦，对，那内容是什么？他就是那个上去，然后会考那种国文的那个哦，国文字对，国文字的那个常识那样子，对哦。哇，丽卡真的是看很多哎、欸！完蛋了，我现在没有，我这里没有一千块，我没有办法数。趣味题，请问一千块上面有多少位小朋友？欸、这我有被问过，你有没有问过？我有被问过，完了，我不知道啊。完了，这跟沙琪狗没有看过。人家说什么一千元上面也是哪个是哪个有限制？动物有点像，对不对？我记得。以前不是有争论过说有几个小朋友后面有个颜色比较淡还是什么的？对对对对对，你记得哎，三七个怎么知道？就是这个隐形的小朋友算了，但是我不知道是几个啊，重点是小朋友都算，我不是记得了。没有隐藏小朋友的是假钞哦，有两个隐藏小朋友，有两个隐藏的。对，像是这是颜色比较淡，要拆下再加二。你现在可以拿出一千块，仔细看。我没有一千块，我可以跟你讲位置。叔叔从他的键盘下拿出了一千块。有一个在看显微镜的，另外一个是在中央银行的中字的左下角。隐形的算哦，算了。我们的培英叶宝给出了这关键的提示。我完全不知道，我用猜的。哎，因为你去还是多考一点张雨生的节目好了，没事，再多一点，把这个考五百块有几个小朋友，整个棒球队啊、哦，太多了吧？我还真的不知道。算，你就把这个拿去问 Google， 他就会说真正其实是六个，就是还有特别中央央行还解释这件事情，还说其实有六位。但是我们六个小朋友七位题，哭啊！现在第几题啦？我可以问一下。我们倒数了，最后五题了，最后五题了，最后全部都是魔王题。大家加油啊！啊，什么东西？魔王题？我没有在看什么东西。哈，不用猜了吧？我好像什么意思？我好像知道啊，这几个字，你可以提示一下几个字？两个字。两个字，自己的名字写上去了。两个字，清水吧，肯定是清水，是不是？清水的部分，我陪你的部分。两个字，如果你是说三个字，我就写台积电的两个字，我不知道。那两个字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对啊，是怎样？是聊这个是，而且是说现在嘛？你说今天成，都今天成交的、啊。对，今天我谁就会知道啊？我又没有。两个大盘，大盘，这太……谁会查今天的股票吧？是红海吗？不是，不是，不是吧？我记得不是啊。不是，什么东西啊？那谁会知道？所以不是，大家会去看今天的股盘是不是？我猜他大概答对率只有1%吧。我答案怎么写错啊？我写了三个字哦。我已经把股票删掉了。现在查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你还有28秒。不是长龙就是红海吗？不是哦。哎呦，还可以查。现在题该不会是目前今天台湾跌最多的股票？聊天室有人说哦，聊天室有人说答案了。啊，那什么东西？没听过。
哎、欸，这太过分了吧！我就应该等聊天室答案。对啊，我也应该高兴，不要送钱。那间想到是加了，也是半导体的。哦，也是半导体。对，半导体店。那所以他一张多少钱？现在28吧，2800。2800万呢、哦？就是他单股是28，然后一张的话就乘以1000，2800，对，乘以1000。哦，答对人其实很意外的比我想象中多哎，23人答对。啊、你谁？那一定是 Google 来的，好不好？是 Google 来的吧？有些整天盯着那个股价，最后我提平盘查资料，280万呐、啊，对。哇塞，好扯啊！280万好多、啊，2800啦，啊、一张200的，这那是什么股啊、欸？全世界的，好。旧川是什么？哦，旧川是什么？好像知道。不用空格，不用标点符号，两个地方。OK， 把它粘在一起的。后面两个是什么？后面两个，你说新竹的吗？新竹的、啊。新竹是什么？你要想他在新竹嘛？因为新竹的旧城叫什么？新竹就有一点提示了。新竹本身就有提示。新竹是新的名字，所以旧的名字是旧竹。对，我决定要写旧竹。不要陪你吃片，很多地方应该知道这一题吧？是，哎呀，知道吧？完了，那个字我还不知道怎么打。他聊天是打出那个字，然后我不知道那个字要怎么打。那字要怎么念？千。嗯，对，没错、我陪你会。是真的没有开玩笑，我是今天才查的。我不会啊，后面我不会啊。肯定是旧竹，为什么叫竹签？是玉饼很好吃的地方，叫竹签。嗯，竹签烤鸭，竹签，很接近，很接近了，接近了。嗯，肯定是可以用拐弯抹角的提示，不用直接，不要直接打出来，打。不行，我们陪你宝已经给出了维基百科，很素。好，那答案是我们的高雄，就是怕狗，就是打狗。我这我知道。新竹就是。好，台语不会，他是需要台语讲了。竹签，哦，雷影抢回他的第一名了。好哎、欸，其实那个打狗是那个塔靠音译。嗯，对啊，塔靠，嗯，这怎么知道？塔靠就是高雄那个什么从日文翻意翻过来，包括英文呢。对，所以打狗是音译，然后高雄是意译。第七个字。什么？包括、什么是 QO 饮料歌曲？什么东西？哦，这个可以，这个可以，这个可以。完了，这年代差异啊！完了完了，杀鸡搞又搞什么？什么是时代隔阂？什么东西 ？What？ 我最后五秒可以唱给你听。我好像知道，我好像知道哎。你哪知道？我听过哎。陪你呢？我还真的不知道、欸。那陪你既然知道，陪你就可以唱了。对呀、啊，换陪你表演。啊、原来广告是这个意思哦、喔！那我真的不知道，陪你唱吗？直接唱吗？就可以，可以唱。唱吧。Q O O， 有种果汁真好喝，喝了你就吐。什么？那是阿飞版的吧？对，太这歪了吧？Q O O 可以去 Google 一下，就可以知道是什么东西。喝的时候，你有喝过吗？喝完脸红红，对，我还以为边吐边喝，那是小朋友会喜欢改的，以为是大人在喝酒，还是？对 ，Q O 算三个字。对，算三个字。就是这，我刚刚有说英文算哦，包含。没有的，没有的。所以莉卡有答对吗？我有答，我应该有答对吧？应该吧。哦。所以你有印象这首歌哦？我没有听过，完全没有听过。哎，这你还可以答对？是刚刚听陪你唱的吧？对啊，对啊，对啊。刚刚是听陪你唱。边唱边算字数，对啊，对对对对那也是蛮精明的呢。对，边算边数。那在场有人喝过吗？我没有喝过哎，他长我连他长怎样都不知道，这传说中的绝版的饮品哎、啊。那陪你有喝过吗？没有。嗯，有，但是我真的会被告哎，我觉得很难。难怪还会倒，难怪还会倒。救命啊！
本台言论。免责声明先说一下，对，这节目效果、啊。有人说清水已喝过、啊啊，不是啊，我要解释一下，在国外还有卖、啊。OK， 现在乱闹就对了。当然是国外还有卖啊。那你觉得好喝吗？日本也还有，没有，它就是人工香精果汁吧。哦，化学的，化学的。只是在台湾撑不下去而已。所以台湾人也嘴也蛮挑的、欸。就是，但是我们好吃的东西太多了，所以被美丽国取代。对，好，我们最后四秒，那应该都可以了，已经结束。OK。耶耶！来吃汁啦！汁汁，Q O O 有种果汁，果汁对啊啊 ！OK OK， 有54人答对，应该是还蛮厉害的。我没有办法，我们又是甜点。以下广告是当什么东西？完就要听力题了，要听了，听了，听了，听力魔王题，各位。脊骨神经痛就是腰部椎间盘移位，也是腰部椎间盘疾患造成腰痛，也是肢体痛痛。有这款情形，请卡免费电话。空就这样。不知道他在卖什么？对啊，他在什么东西？他在帮什么东西打广告？他在帮什么东西？不是，应该是说他是本身是谁的广告？谁的广告？谁的广告、啊？你要答案是什么？几个字啊？四个字。哦、你是说那一家那个品牌吗？对，那个品牌的名字。啊？品牌？其实他第一句就会讲到了，只是我故意把没有放第一句。不行，你现在要放第一句，你只剩不行不行，我不能放第一句。他第一句就讲到了四个字。啊，我没有听到哦。他是说什么什么关心你的坐骨神经痛？啊哈。他改名了，他还改名了，改名前还改名后，我的，不是我答对吗？那我这边刚好卡掉最后的那个数字的部分，想问陪你知道最后的号码要多少吗？空吧，空空空丢零空空空空，你空空对对对对对，空空空，你会忘记了？你刚才问电话号码好了，好不好？搞错，答对率还比较高。对啊对啊，怎么他也改电话了？因为他被打爆啊、哦哦！他被打爆、哦，不堪其扰，就很多小朋友会打过去问那个啊、哦，而且0800是免费的，就一直狂打啊、嗯！啊，是就是他的最初的那个什么什么，就是他这个广告词的第一句，他就讲了。我还真的没有真的，哎，真不知，实际看过这个广告、啊，不是我听过，但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好，我们来听一下原版的全部。OK OK。健身中医关心你的脊骨神经痛，脊骨神经痛就是腰部椎间盘移位，也是腰部椎间盘疾患造成腰痛，也是肢体痛痛。有这款情形，请卡免费电话0800-092-0800-092-0800。我做梦会不会梦到？对，后面几个就在0800的中医诊所，对，0800诊所，对对对。怎么他是？其实我是出在那个前面，就是他的什么什么中医，对，四个字啊。健身中医，那健身中医，健身又是哪个？健身中医，哎，知道啊，有名音啊，这个有名音啊，有一些名音。我只会记得电话号码而已。我也记得这个，这个真的是很有名哦。哇，健身中医啊 ，OK OK， 啊，倒数第二题了。哇，48题，好狠哦，好狠哦，各位。适当的广告词是什么？就是甜听力啊，听力。我想要让你就是来挂一颗符，快乎杯，快乎酒，来挂一颗符，放啊嘎乌龟酒，来挂一颗符，一颗符，来悠悠插嘴汤。我听得懂。
懂，但我不知道怎么写、啊。有听过吗？广告、我听过，但我不知道。他那个六个字要填什么？我不知道。我是靠记忆的，我是靠记忆的在填的。不用听我都会打，太强了吧？对对对，我也是不用听，我也是直接用那个记忆去打的。清水仪的部分呢？我用听完之后打上去的。哦，那也蛮厉害的、啊，至少你是听得懂的。他是台语没错，我没有背起来了。有我刚看到想说这个看起来那眼熟，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听了之后，听了就知道了，眼熟了。来，易可夫想说哇，好耳熟啊，但是我不太记得他怎么唱、啊。对，直接有那个声音在脑中回响。我不知道，我知道前面三个字，但我不知道后面三个字。那爱插要来唱一下吗？哈，我唱台语版吗？对啊。你会吗？我觉得还是你唱吧。夸下，我不会。你不会唱，你刚听过还不会唱吗？夸下酒，盖杯酒，来马一克夫，杯满冰，杯不酒，爱盖一克夫，马阿嘎富贵酒，来挂一克夫。哦，台语好烂哦。OK，所以是看听得出来，那个听力题都是都是 F 的配音的了。哇，这么难哦！那我们那个洛斯来唱一下。我不会唱哎、欸，我的什么？他是怎么唱啊？刚播出来是怎么唱的？我其实不知道哎、欸。好，我播给你听。来，哎，你不给我听，来。啊、，OK， 其实我完全听不懂他最后那句在讲什么。他是晴空吗？啊，富贵酒来我一克夫。他是什么？夸下羊盖啤酒来我一克夫，杯不杯不杯杯不酒来我一克夫，忙啊干富贵酒来我一克夫，富可夫一克夫，慢悠悠杀菌客。杀菌客是什么意思？三句好，三句好，三句好，哦，听懂了，听懂了，嗯。好像是三千块扣押。哇，利卡洛斯好强！文字养富贵手，太难了吧？对，好，来，你们好强、啊！我们魔王题的魔王题，第二题了，我靠，第二题了。大家知道周杰伦吧？认识吧？你我怎么会知道这什么答案？什么东西？这听一听，说这首，听一听，听一听，让你们听一下，我会放他们。Okay。周杰伦新歌唱，不要查歌词哦，各位不要偷查。新歌是多久？用听的，只是用听的、哦。十个月前。好，来。可是周杰伦，你要用听的很过分哎。为什么这样讲？为什么这样？啊，等待访问，来。什么东西？他唱完了。他有唱吗？你有听到吗？没有。一二三四。我听不懂，谁听得懂啊？我已经不可以很久了。陪你再来听一次，陪你再来听一次。来，周杰伦，我们天王唱的，怎么可能听不懂呢？你要去，就是因为是周杰伦唱，所以才听不懂、啊。好，第二次有听到吗？后面四个字我听得到，但前面我不知道是什么。那，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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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象是这样。那沙琪给我讲一下你的猜测。我不知道，你填的什么？别，要填词啊，填词啊！别，在挑战了吗？我们听最后一次，看你们听到至少个单词吧。你可以放0.75倍速吗？好，我放慢一点点。好，慢一点。OK， 慢一点。OK。
其实都是一部分的我，而你却说我不够洒脱，或许该放手。一路上我开的车，迎风孤雁冷山丘，偏僻的山路我走，望着峡谷的天空。OK，有，我觉得慢的可以。丽卡听到了什么？慢的可以。有没有听到关键词啊？有。有，我听到了。那你可以说出你的关键词。讲一下，对，没关系。一路上我开着车，一往很远的沙丘，那里的山路我走。至少没有听到沙丘两个字，对吧？好会啊！那沙丘口呢？什么阴风什么沙丘？我之前有什么？我听起来像什么迎风扛过的沙丘？好，可以啊，你就打迎风扛过的，吹不进就对了。Yes. 那陪你呢？什么林红挖刀挖丢？原来是台语的部分啊！开始是台语了，开始是台语了，是国语。刚刚听到是台语了，现在听什么都是台语。可以啊，好。哇、哦！哇！丽卡罗斯，他上一下答对了，乐音也答对了。我们最后的歌词是“迎风横越了沙丘”，哎、欸，是横越哦。对，哎、欸，我写跨越、哦，你们听得出来吗？我写跨越，扛过哎、欸，不是扛过吗？是跨越哦，不是横越哦。我真觉得这个可以当成一个企划，就是如何听周杰伦的歌一首歌，你就不看歌词，然后在画面上打文字。对啊，你们可以去听那个，我觉得周杰伦就最有特色的，就是这个特色了哈。你那个你也不清楚还是特色，就是你去听那个《算什么男人》的主歌啊、哦，你根本听不懂。可是这首我至少知道，扛过沙丘好像很厉害，扛过扛了沙丘，我以为是在扛哎、欸。好，那我们最后要揭晓最终的成绩了，各位！噔噔噔，还有下一题吗？没啦，这周一题啦，结束了，结束了。哦，那好耶，好哎、欸，对耶啊！天哪，这简直比我想象中还要动脑哎！比你想象中还要动脑。哎，第三名是我们小天，第二名我们月音，第一名我们雷雨。哇，好强哦！好厉害！上面还有就是大家的每个成绩，哇，雷音的达成率90%，我第四名，卡罗斯超厉害，第四名哎，他也太厉害了吧！我们恭喜丽卡洛斯，名落孙山，是我们台湾知识王，呀，厉害了，你好强哦！我果然没有看错了，真的优秀台，恭喜获得了你有尝试这个奖，恭喜你有尝试。他到时候会有一个 Q 版的那个 Q 版的冠军的图像，然后人物会换成丽卡洛斯。那我们谢谢我们前三名的那个来宾，记得要那个截图私讯一下叔叔，对，我们会寄那个哦，你可能要附一下你的地址，没错，对，我们会寄奖品给你。对，直接加我就好了，很容易找得到的。好，那我们让陪你来宣布一下自己的名字吧。哦，哦对耶。我有需要被惩罚吗？我只想要教这件事情。你是陪你一定大拇指吗？对，對看起来沒有，对啊，大拇指哦。对，大拇指有落榜吗？没有，你是32，32名也还蛮强的哎、欸。啊，可以哦，太好了。什么？没想到哎、欸，我看一下哦、喔，现在应该全部人是多少人？完整报告150几个，因为很多人到后面没有答。对啊。可惜了，可惜了，因为题目蛮多的。嗯，真的。三四，好，那再来是我们的沙琪狗第几名？我好像是第30还31吧。30还31，我来看一下。哦、大家都在30几名。哎、欸，艾莎在大概。我是37。37，嗯。咳咳，那可是你是比起陪你前面。你、欸？嗯？哎、欸？你啊？嗯嗯嗯？哎、欸？你啊？嗯不对吗？哦，是这个才是艾莎哦，没事。什么东西？前面有一个叫做艾莎公主，我以为是你。真的啊？又有人用我的名字了？哎、欸，怎么没有看到沙琪哥的名字？我是花椰菜女王，她是花椰菜女王啦！哎、哦，你花椰菜女王，我
真找不到、欸。你的答对率跟艾莎一样哎、欸，我们两个一样。耶耶，贴贴啊！对，但是你就是比他快了一些。耶耶，感谢大家的参与，你们应该都是蛮厉害的。啊谢谢大家也太强了，完了，这样我们都没有人要惩罚了、啊。好扯啊！对啊，怎么办？主播比较输在台语、欸啊、我觉得以后如果我们来宾都不用惩罚，就主播惩罚吧。可以惩罚，主播惩罚是惩罚大家吧？啊、不太，总要有人唱歌 不太对吧？不然我们要怎么 ending？ 我们下次这个门槛要设到五分之一啊，五、哦、分之一四分之一吧，可能先四分，或者是四分之一之前。嗯、OK， 对啊，对，因为我们连续两次来宾都那么聪明，对啊，你们怎么那么厉害？可以了，还是今天那个我来唱好了，我来唱。哦、oh. ，既然那么第四名那么开心，来唱个歌好了。可以。可是是那五首里面一首哦。啊，里面一首可以啊，可以啊。哎呀，作为一个，还是大家都唱一次，唱一小段。作为一个，等一下问一下，后面两位不是也有准备吗？对，我可以唱 Lady Go 台语。好，可以。好，我们来听歌了。那陪你准备什么？问一下。我也是准备 Let It Go 的台语版呢、欸。哎呦，直接对尬了。那露丝呢、欸？我是准备是果子口味冰的。哦，好，非常好。哎、欸，那你有板可以换吗？板可以换吗？你有场地可以换吗，叔叔？啊，我看一下啊。感觉不行。有什么身上的场地给我换是吧？唱这首歌放大就可以。我看看能不能换，应该是可以啦。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哦，你一同升降舞台哦。啊，我是什么意思？换我一个人要出来是不是 ？OK OK， 我看到了。可以可以。早安呢、啊？早安呢、啊，各位。OK， 全身是 OK OK， 全身 OK OK， 好，是时候了。我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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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专业的啦。那、啊、我要直接清唱，是不是？我要直接清唱啊。大家听不到我们麦，因为这边麦不一样。嘿、hey ，好，可以喽，交给你喽。很像只是爱心，很像是可以刷的，记得没错啊。你就先讲一下你唱什么歌，然后就可以开始，嘿。OK OK OK， 好哇、哦、OK 我要唱的是这个潮州土狗啊，潮州土狗的狗杂口味槟榔 OK 吗？狗杂口味槟榔来哦，等一下哦，我要炫一下我的这个是 OK， 等一下OK， 好了、哦、来吧，来吧，我得清唱了 ，OK， 来哦，77万7千77 ，OK，OK， 就，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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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块的槟榔加上小米酒，原住民的山猪就是哥哥了。我们这张脚上穿着 Air Force， 我阿公说他猎过 Dinosaur。五十块的槟榔加上小米酒，原住民的山猪就是哥哥了。我们这张脚上穿着 Air Force， 我阿公说他猎过 Dinosaur。身上的孩子，身上的孩子。身上的孩子都没在穿裤子，身上的孩子，身上的孩子，身上的孩子骑在树上柱子，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芋头西米露，宝利达蛮牛，烈枪开一发，便知有没有。富贵行中求，整天怕桌球。原住民很屌，谁说没人才？早上留守楼道，中午才掉下来。痛风来了，我的阿公起起鬼的来，别偷他的宝利达，你会进棺材。五十块的槟榔加上小米酒，原住民的山猪就是哥哥了。我们村长脚上穿着 Air Force， 阿公说他猎过 Dinosaur。好了，可以了。Yeah， 好累哦。大家可以把它配上那个音乐，就可以完美的衔接了。没错，太厉害了！谢谢谢谢各位。哇，这首歌不知道什么好适合你、啊。对，超适合你啊，因为有来有去。什么意思？OK，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哇，感谢你，感
斯的麦莉的演出，麦莉演出，谢。好了，我躲起来，换另外一个人过来了。陪你，陪你上吧。突然被叫上去的感觉。好，把它拉高一点。你可以露多一点你的身体，你的非常好身材不对。等一下，好大，好大啊！好这样，啊不对吧？要这样唱吗？是啊，就这样唱吧。没问题的。呀，好，好紧张啊！是清唱哎，从来没清唱过。那一样介绍一下你要唱的歌呢，就可以直接开始。要让我唱前半段的 Let It Go， 让沙自己唱后半段的 Let It Go。可以唱，可以那个 Bridge 的地方可以唱。Bridge OK， 哦，你说李涵在修快？对对对，从那里喊的，从那里喊，可以往那里衔接。啊，陪你打一挂就好诶。哦，我酝酿一下，好，酝酿一下感觉哦，诶。风沙凉白了几撮沙头，外头啥物拢无看到。在这个无人的世界，我就是女王，我是 Queen。哎、欸，刚才是安尼唱。哦，哎、欸，我一首人的闷闷当当吹风台，忘记了。不能不应不应不应，可能嘣嘣嘣。嗯。哎、欸、，Oh my God！ 我糟糕了，我拢不会记被安内丘疾病到底是安内丘，我拢不会记啦。好一起 ，Let it go，Let it go，Let it go 的意思就是好一起，好一起，好一起，木头木头好一起。欸、我这无在管，因到底在讲啥实话？今仔林红伊在做，我真正嘛袂讲解歌，敢那是安尼唱哦。好啊，可以吗？结束了，这样可以吗？呀，这样行吗？好棒，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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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大神把它衔接上去就好了，完美！救命啊！救命！萨基克，放完了吗？可以，你可以来中间了。陪你好好再多蹲一下。好。哇，这样可以吧？这站小一点好了。你不要很大吗？不要了，没关系，给你们看惊喜。好，那我又清唱后面那一段哦。好，看一下。你真害羞，看的是要撒气自笑。吃的冰瓜都是我的灵魂，看有水无？想什么就变什么，若是想要歹势无？这个到底是啥货？我想要我一头新衫，金丝丝，金丝丝。我想要穿个金丝丝，好一起，好一起，袂记我的勇气过去。我爱我在遮，哎，遮的风景尔呢美。我的酒遮大，敢若看到伊经过安尼未？哎呀！呀！啪叽啪叽！啪叽啪叽啪叽！啪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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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哈哈，终于快死掉了！耶！偶像服哦，有新衣服，可以。对啊，偶像服好看哦，好听，好美的。不过 DC 有点吃掉你赢了，下期口想要血池吗？
我要血纸吗？我要血纸吗？那等一下哦。你可以帮我关掉那个语音跟视讯的里面的有一个自动判定灵敏度关掉，然后拉最左，这样就不会被消音了。然后是不是要关降噪啊？对对对对，对，这样就不会被消音了。哇，刚刚有点被吃掉啊！对，刚有点高音的部分他把你吃掉了。对哦，没关系，安可，刚刚那个没有听到那个高音，有点小可惜。好，等一下，快在哪里？啪啪啪啪叽，大家啪叽啪叽啪叽。等我一下，我把它关掉。好，没问题。不好意思 ，Give me one second。Uncle 这样有声音吗？有声音，没问题。好的，那我再一次。好，那我把衣服也切回去了。可以。好你今嘛想看的是 Elsa 去出手，这的变革拢是我的灵魂看有水无？想什么就变什么，那是想袂歹势无？你是啥货？我的想要换一出新衫，金丝丝，我想要穿个金丝丝，好伊去，过去的我都是过去，在我待一节，这的风景遐尼美。我的酒这么大，安娜跟爹已经说安娜喂，安娜喂，超好听，好的，安娜喂，谢谢，好，我们回来吧，回来，位置坐好。OK。哦，你好大。看到哦，你也大。好。好棒哦！感谢刚刚的绿界的什么奖，感谢。然后我们这边因为刚刚的第一名啊是那个我们的异世界朋友，所以我们可以稍微抓他上来访问一下。一点点的感想，哇，大佬哎，耶，把他抓进来，然后我们可以一人就是问他一个问题，先问他说他怎么那么厉害之类的。来，那我们请雷盈到我们的等待区一下，我们来访问一下第一名，到底他平常是做了什么样的努力，为什么那么厉害？有吗？哎，看一下我们雷盈有没有？有。Hello， 各位，我是雷盈。Hello， 是女孩子吗？你是女生？其实我有点紧张，不好意思。不用紧张，不用紧张。是男生还是女生？哦，没有，我是那个男，那个公的异世界朋友。公的异世界朋友，了解。哇，你这次怎么那么厉害啊？对啊。其实只是因为，就是因为很多东西就是都是国高中看过。那国高中其实我就是一个。有时间都在看课外书，看一些没营养的东西，所以就意外就是你的主场就对了。对，时间好多，好羡慕，真的。哇，那我们的那个丽卡要不要跟他讨教？你有什么想要问他的吗？问他，我不知道问什么，问哦，你刚刚都没有 Google 吗？哈。你看有没有作弊？说一下，有没有查？有没有偷查？其实你现在随便再抓一题出来验证一下，不就知道有没有偷查？哦，我已经忘记题目了，所以我没有办法。我现场直接考一个那个嘉义的旧地名。哇，嘉义的旧地名哦，真的假？
是听到按键盘的声音了，有没有？是什么朝代的？哇，朝代哦！我记得就那个，我记得有一个是吗？对，清到民国之间吗？其实我也没有知道，其实叫侏罗县诶，它本来是就是，因为它为什么叫人民？它本来是一个平埔族的村庄的名字。没错，我听到什么？好厉害！对，其实我就是要你叫出猪两，讲猪的两个字就对了。哇，那你真的是真的都会，真的是台湾小霸王诶，真的好强啊！来，陪你咧，陪你呢，你要不要问他美食的问题？美食吗？澎湖有一个地方，他们为什么他的食物特别多？公山什么东西？食物特别，这真的有一点是非常不对，这应该是真的很冷的知识，这题我真的不知道哎、欸。没关系，我也不知道。是没有答案的问题吗？OK OK， 有很有想法，很有想法，很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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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的确可以讲一个，就是真的是台湾这边本土的美食，就是虽然它这个东西是中国那边也有，但这个吃法是台湾这边特有的。听说哦，其实是爱玉。哦，所以吃法是什么？因为台湾的爱玉其实是真的去种爱玉果，然后去把爱玉籽的胶质给洗出来，我们都会叫它洗爱玉。那洗爱玉这个吃法是台湾这边独有的。哦，那你说其他地方是怎么吃？应该说中国他们不太会吃，不太会用这种吃法去吃爱玉，因为第一他们的品种也不一样。我们这边的爱玉是因为也有一个我们这边的蜜蜂的品种，好像叫小叶好像是小叶蚕蜂吧，就是专门帮我们的爱玉授粉，所以我们的爱玉才会那么好吃。哇，他连蜜蜂都听说，这个怎么都知道啊？这名字怎么都知道？太细节了吧？好，那沙吉口呢？来，要不要问问我们的雷影知识王？看来是真的是有料的。可是我觉得蛮重问题的，但因为在国外，如果要跟人家介绍台湾的话。就我们可能会讲说 Formosa， 那 Formosa 是什么意思呢？Formosa 其实就是美丽之岛，但这个我也稍微讲一下，这个是当初就是大航海时期的时候，西班牙舰队葡萄牙舰队它经过我们这边，就看到台湾的秀丽的山水，就脱口说出了一句福尔摩沙。但其实这个东西不是单指台湾，就是他们经过很多热带小岛，他们也都讲过这句话，只是因为台湾有特别把它记录下来。对，请问有人可以开他脑袋吗？可以研究一下他脑细胞怎么？他是赚了一本维基百科，那个 Who Wants to Be a Millionaire 那个什么全民百万富翁啊？你可以听那个。你应该会拿100万。不是，就有一个原因，因为我是研究生啊，所以可以的，大家可以去参加吧，可以吧？真的，快点，可以就现在100万了，走。问一下你专题在做啥、啊？欸、但我的专题其实也跟这个没有关系。我的那个论文是就是写 VTuber 的，所以我才会变成异世界蓬蓬蓬蓬。哦，要先了解就先加入。对，我是为了就是研究我才就是研究精神极佳。哇，我越来越惊讶了。知道他涉猎的那个越来越广而已吧，太厉害了。真的。好。那我们最后让你说一句话总结，然后就今天的感想，恭喜你，对，我真的觉得，能够有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很难得啊！就大家真的平常多看看书吧。我还要讲我们不看书吗？我说我没有这样讲，我多看看书，我没有了，我被戳到了，我要陪你看很多了，陪你看的都是那种 H 的，我三年没看书了 ，H 的部分，你有看什么的 H 的部分，我是资讯台啦，OK。不过有一个就是我特别对那个丽卡有一句话想特别说一下，社会老师完蛋了，就是那个真的那个
虽然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延毕的啦，但真的就是稍微认真在课业上一点，真的就是没有啦，我没有真的要延毕啊，没有啦，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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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下礼拜要期末了而已，我很难过。那就没事，希望你期末可以 OPA， 因为我也希望，谢谢。是上来给那个考生祝福哎、欸，太温暖了吗？这是祝福还是压力呢？我以为一开始他要 diss 他，你说你们怎么演？对啊，我想说哇，这么火爆的吗？今天场面一场火爆了，没有。只是稍微讲一下，因为我在，因为我现在是边在研究生，然后边在学校的研究中心工作，然后我也是我的指导教授的助教，所以其实看过蛮多很离谱的大学生的。我相信丽卡绝对不是那种状况，但是还是提醒一下，对，没问题的，没问题。丽卡，到时候记得 po 一下你的成绩单哦。OK OK 啊、那个英文字母全部都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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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F C C 啊。不要哎、欸！还是希望你可以欧趴。我也希望，加油加油！好，谢谢谢谢谢谢。好，那就送你下去了。感谢各位，感谢你爱我，感谢大家，谢谢。哇，拜拜。哇，这个真的是没有 say 过，就是、啊、没想到是一个 VTuber 朋友，而且是一个研究生、欸，然后第一，然后他真的是。真的不是查维基百科的，就是他自己脑中就有维基百科，好夸张哦，好夸张，什么人都有啊。对，那我们再次感谢陪你的宝的砖头，耶，七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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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谢谢。好，耶、yeah. ，最后就给各自一个宣传时间，还有发表一下就是最后最终的心得，就这两个。那我们一样就从丽卡开始喽。我没有什么要宣传，就。谢谢，今天很开心能够来这边玩，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你好谦虚、哦，希望你玩得愉快。欸、你应该可以比较嚣张了吧？都已经赢了、啊，你第四名。我没有嚣张，我没有嚣张。你刚刚来呛一下啦。对，我没有没有没有，我不会做这么没自信的就第四名了。没有，对啊，没事没事。其实已经很强了。对，谢谢，可以的，可以的，好棒，好棒，有机会会再来玩，谢谢。台湾知识网，然后到时候的话，我会把丽卡的冠军的图像会 po 在 Twitter，、大家就可以再帮他点个喜欢， okay, 谢谢，耶、yeah ，来，再来，陪你。哎、欸，我看本来想说，哎、欸，今天不用被处罚，蛮开心的。但是后来想想不对，我还是撞，我还是撞了，我已经撞了。但这活动还蛮酷的啦，蛮开心的。那我有留在宣传的东西的话，是下个礼拜6月6号，我们有一首 cover 曲，啊，是跟 Leandor 啊，还有计划通行，还有舒服一起唱的《芒种》。在6月6号，《芒种》这个节气要上架在舒服的频道上，不是我的频道，是，然后哎。那个我最近呢办了 Facebook 粉专，如果大家有粉专的、有 Facebook 的话，有脸书的话，可以按赞订阅我的 Facebook。那陪你要不要把它贴到聊天室连结？啊，我可以贴连结吗？可以，可以，可以贴连结。你有管理员应该就可以贴，应该。好喂、欸，好，那我贴过来。大家如果想要追踪陪你的 FB， 可以去上面看看。没错，如果你在2023年还在用 FB 的话，赶快追踪一下。哎、欸，这什么？这是我偷做的感觉。如果你还有的话，可以。如果你还有 FB 的话，对。然后丽卡刚刚也是可以给他点一下他的频道，对，去帮他订阅一下。大家都超棒。好，那最后是沙吉可，有感想跟要宣传的吗？Yeah, 我今天本来就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的，所以呢，唱我也觉得很没有关系。我在国外生活了这么多年，不知道应该很正常的吧，对吧？可是你知道很多，可是我没有想到那个音乐题，那个老的，你知道老的、啊、这方面你都会。张雨生吗？对，老的可还可以扛得住吗？对，真的还蛮厉害的，哇。对，然后哎，豆、欸。我想要宣传的是，现在沙之子的生日周边还在预购中，然后如果有卖到50组的话，我就要倒立吃花野菜。花野菜，没错。倒立倒立，真的倒立，真的倒立吃花野菜哦。真的，那要吃几个？我不知道哎、欸，但是就是吃一整吃一整朵吗？一整朵也太多了，太大了，好充血啊！
对对，然后最后一个想要宣传的是，在六月十一号星期天的晚上10点会有一场虚拟荧光棒，然后它是互动式的虚拟荧光棒歌会，希望大家可以来玩。耶、yeah, yeah. ，一定一定，聊天室也是给它订阅订起来，拜拜拜拜。好，那最后艾莎换你宣传了，宣传把艾莎的频道丢下来丢上来就可以了。好，这样吗？没有啦，我频道主要就是放之前，因为我都是在叔叔这边开台，那 我会把一些之前唱过的精华就额外请叔叔帮我剪出来啊，我是放在我的频道做纪念这样子。那如果喜欢的话也是可以去听，那就是可以也可以订阅我，然后就是算是一个支持吧。对、啊、对，但我并不会在上面做直播这样。对，就是我们是双人室，然后我跟艾莎主要是经营这个雨风叔叔简浩猫的频道，然后平常的话一到四都会玩游戏，然后礼拜五的话就是比较会有一些主题企划啦，然后未来来讲的话下一次应该会办的是我们雀魂大赛。哇，我怎么都还没听说。好哦，好哦，七月，哎、哦欸，六月还七月？七月应该是七月、啊。对，七月是啊，雀魂大赛。然后我们平常也有魔王城 KTV， 欢迎大家可以来魔王城唱歌。大家可以先问一下，这三位有在玩雀魂？我不会。舒服有玩有哦，舒服有玩有、啊，感谢可以来邀请哎、欸哦，感谢。好哎、欸，好耶！感谢大家，还有我们聊天室，你们都超热情，谢谢，而且你们超捧场的，谢谢各种的刷777，还有刷爱心，我都有看到，还有很多异世界的朋友都有来打声招呼，像我有看到舒服的部分也有耶， yeah, 大家都超棒，也有露诺队啊、嗯，对啊，感谢大家。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要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啦！呀、嗯。大家可以现在开始长大，然后动来动去，然后我们哎，我、对对，我们会有一个 moment， 会有一个要拍照是合照时间哦。好，好，我们把一些东西也关掉，大家可以一起合照哦。培尼可以举出他的大手手，好啊，抱我抱我，聊天室也可以，我也要来合照喽。你这种职业的，我好像可以扇你巴掌。哇，这是乡土剧的部分吗？直接三八掌。哎、欸，我要在陪你前面了。你要在陪你前面吗？好。Len Twitch。但是你有那个固定的范围。哎、啊，我真的很定 day 哎，我在这边真的 OK 吗？可以，我在定 day 我们都可以变大，我们都可以变大，没关系。来来来来来，来一个合照。来来来，大家起来。合照哦、oh, ，那个肌肉是不是那个肌肉？哦、yeah. oh, ，OK， 对，对，画面有点失焦，我抓一下，抓一下这范围，啊，这样就可以，可以啦，可以啊，没问题的，现在位置可以打叔叔，艾莎，你就是帮挡住陪你，这样防止黄标。啊啊，讨厌，耶，那我们一二三拍照，大家要准备你们的截图哦，三。一，耶耶，成功！呀、yeah. ，聊天室也可以跟自己的名字合照，没问题的。呀、yeah. ，还我们还有什么姿势吗？这时候不是还要多摆一些姿势吗？哦、oh, ，大家可以切各种表情。对，来来来来，我们换个表情哦，换个表情哦。好，好，三。一呀！哇，那个力是什么？那个力好强哦！耶、yeah ！你想睡觉，晚上想睡觉了。辛苦大家，你好，祝大家有个好梦。然后差不多，差不多要死掉了。感谢大家，可以飞来飞去了，耶、yeah ！只有你那么过动、欸，你们怎么那么动？我去旁边，我去角落，我去角落。我们立卡过边缘吗？辛苦了，家磊，拜拜，拜拜，大家拜拜，拜拜。